第一千零一十七章人间清醒包华茂。十一点多，包华茂过来了。这次他带了神户牛肉跟鱼子酱两种好食材。陈新水拿到这两样食材，眼睛都放光。邢少辉笑着说：“看来我今日有口福了。”当日中午，他们就吃煎牛肉、鱼子酱寿司以及意大利面甜勺，将属于自己这份都吃完了。擦了嘴后，点头道：“这你牛肉跟鱼子酱哪儿买的？” 味道真不错，之前陈新水也做过煎牛排跟鱼子酱寿司，不过当时的食材是他在菜市场买的。包华茂笑着说，这可是今早从国外运过来的，选的都是最好的，味道当然好了。田勺记得他有个做餐饮生意的，也顺带卖一些顶级食材，电话给我，想吃的时候找你那朋友买。他现在是不会委屈了自己，以前是没这个资本，现在既有这条件，肯定要好好享受生活。 吃完饭，邢少辉就回去了。田少与包华茂两人去了顶楼，上面风很大，吹在身上非常舒服。田少问：“我听说你收了个莲花碗，这碗是有意商店买的吗？”若是有意商店买的，不仅是相关人员的失职，还暴露了他们管理混乱。确定这件事，他是要上报的。包华茂摇头说：“不是，这莲花碗是我在逛古董店的时候，正巧有个人拿到来卖，他要价五千，古董店觉得太贵，压到一千。” 双方咬死了五千，双方没谈拢，那人准备走。我觉得这碗挺漂亮的，就花钱买下来了。他去过几次古董市场，知道那边的规矩，在两方谈价的时候不能插话，所以当时没吱声，直到两方没谈拢才开口的。什么年代的？包华茂说，鉴定专家说是汝窑，是五代的。这个我也不懂，不过那碗呈十瓣莲花形，碗身随花口一成十瓣，形似一朵盛开的花朵，我觉得很漂亮。 反正也是真的，摆在家里看住也赏心悦目。他觉得那古董店既出价，那肯定是真的了。五千买下来，拿到港城这边再出手，至少能翻几倍，所以也不亏。田勺莞尔，胡老爷子跟其他人还觉得包华茂是傻子，殊不知人家心里有一个账，只要买到一件精品，那都赚回来了。这不就说到了个好碗包华茂说，田勺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我的古董是在四九城文物店买的，我想。 他们应该也派人去淘宝了，你得跟谭月说，让那店涨价，涨个两三倍都行。他们有钱。田勺知道他心里的那点小九九，众人买的价格比他高，才显露得的目光。不过这个提议确实好，也算是给友谊商店创收了。包华茂笑着说道：“我昨日跟两个叔叔聊了内地的情况，现在内地急需的技术，正巧他们都有。两个人很是心动。我瞧住这事，只要你们那的人拿出诚意，合作还是没问题的。” 你呢？包华茂笑着说：“等我将手边的工作忙完，我就去内地考察买地。”田老板，你既这么有信心，是不是也投资点？本来去年就打算买地，但唐泽宇跟身边的人都说投资内地风险太大，加上手头资金不够，就放弃了。可这趟内地之旅让他改变了想法：内地贫穷但有资源，而且人口基数大，若是真的放开大力发展经济投资，一定能赚。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是。 内地政策不知道会不会变，许多人不去内地投资，不是不看好，而是怕政策一变，所有投资都成功。在内地建饭店，稳赚不赔的买卖。田少点头说，占三成怎么样？有这话，包华茂最后的顾虑也都打消了。他笑着说，有你这话，我心里有底了。可惜泽宇哥对内地不感兴趣，不然可以拉他一起。田少觉得唐泽宇深耕港城地产也挺好的，这儿的地产还是很有发展前景的。 只是这两年会比较难点，只要熬过去就好了。现在不用田韶说，包华茂都感觉到了，因为两家谈判谈的不是很顺利，有一些商人对未来前景不看好，都开始移民了。不过他们跟唐泽宇合作的楼盘，去年就已经卖出去了，资金都回笼也不怕。包华茂点头道：“唐泽宇也对港城的经济有信心，这不上个月又拿了三块地，其中一块下个月就开工了。”田韶没对此事做评价。 反正他暂时不会投资港城地产，你投资了吗？包华茂点点头，说投了，现在这个计划赚的全都投进去了。宇哥也想你一起投资，知道你到港，过两日应该会来找你。人家地都买了，再说经济不景气这种话就太不懂事了。田韶摇头说，我手头的钱准备用来拍动画片的。包华茂知道他是不想投资了，说他要再跟我提起，我先帮你挡一挡。不过拍动画片很赚钱吗？ 田少好笑道：“这动画片就跟电影一样，受欢迎就能赚钱，不受欢迎就得亏本。不过我拍动画片也不是赚钱，亏本也无妨包。”包华茂能理解田少，因为他对喜欢的东西也很舍得，像游艇、豪车都砸进去上千万了。田少花个几百万拍个动画片也不是什么大事。谈完正事，田少犹豫了下来，问道：“你有心仪的姑娘吗？”包华茂笑着说：“没有啊，若有我早就去追了，怎么？” 你有合适的要介绍给我，我就认识小柔姐。包华茂是聪明人，听出了田韶的言外之意，他没接话，只是说我还想再潇洒几年，不想那么早结婚。结婚了就没那么自由，而且就是结婚，也不会跟赵小柔做生意，常要应酬。可能哪一日就没把持住。若是跟赵小柔结婚，到时候闹掰了，以田韶的性子，很可能不会再跟他一起做生意了。财神爷跟他断了往来，必将损失惨重。所以这个险。 他不感冒，田少以开玩笑的口吻问道：“你妈不是一直在催你，希望你早点结婚？你要过个五六年结婚，你妈还不急死？”包华茂笑了下说：“从二十岁开始就催促我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他急也没用。”知道他是在委婉的拒绝，田少就没再继续说了。第一千零一十八章恶心。中途，阿聪打电话来说进的一批货出问题了，要包华茂回去处理了。将人送走后。 田韶拉着赵小柔到后花园，掐了一朵花插在她的发间，笑着说道：“人比花娇。”赵小柔心思没在花身上，小声问道：“他怎么说？”田韶心头暗叹，小柔有回头的想法，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了。他轻声说：“他说不想那么快结婚，还想再打拼几年。其实这话就是拒绝。”赵小柔垂下头，轻声说：“我早就猜测到了，这样其实挺好的。他并不适合我。” 我应该早点放下的，我的错，我昨日不该跟你说那些。赵小柔笑着摇头道：“不是你的错，你也是心疼我好了。”不说这些了，我的那几个设计稿你可以拿去丽影公司用，好就不买断了，按照收入给你抽成。赵小柔没同意，说道：“我这成品都不成熟，若不是你帮忙修改，都不能用这六张设计稿。你给我一万块钱就好，太少了。”赵小柔挽着他的胳膊，调侃道。 你这个老板不行啊，人家买东西都杀价，你这还涨价，小心公司成本太高亏本啊！魏博美人一笑，亏本也没什么。赵小柔乐的不行。三日后，神探古川卖出去了，卖了五家，其中一家还是港城的无线。对于这个成绩，邢少辉并不满意，但古川的受众不像另外七龙珠跟航海王那么受欢迎。还好田韶答应会尽快筹备拍摄七龙珠动画。又过了两日，在田韶的怂恿下。 赵小柔跟几个朋友出国旅行了，虽然赵小柔没表现出来，但看得出她情绪还是比较低落。失恋最好的发泄方式，一是买买买，二是去外头旅游。至于后世说的从失恋之中跳出最好的方式，就是在谈一场恋爱，他是不赞同的。这又不是游戏，哪能用新的取代旧的？在赵小柔出国的当天下午，包华茂就打来了电话，邀请他去打高尔夫，还说有几个朋友也会去这一次，这意思就是将朋友介绍给他认识。 若是以前他可能会去，但自从跟谭老爷子谈过后，田韶决定要隐在幕后。我不会打高尔夫，而且对那也没兴趣。你若是真想锻炼，早晨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跑步。包华茂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这几个朋友有做医疗器材的，有做建筑生意，还有一个跟我一样做外贸。外贸跟建筑材料这些田韶不感兴趣，但医疗器械却是内地所缺的，特别是谭月查案，有些设备用得上。”田韶笑着说：“以后有机会再见。” 见他还是拒绝，包华茂也就不说了。泽宇哥知道你来港，就想请你吃饭，不巧电影公司出了点事，就没时间。现在事情已经处理了，托我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。他有我电话，为什么不直接约？包华茂笑了下，说：“你不在港不知道，年初的时候他被那些狗仔拍到晚上跟个美女进了酒店，嫂子一气之下要跟他离婚，宇哥没同意，嫂子就回了娘家，花了两个多月才将嫂子哄好，所以他现在不敢再单独跟美女去吃饭了。” 田韶还真不知道此事是真的还是狗仔胡编乱造的。包华茂也没有为唐泽宇遮掩，没必要，现在瞒着以后也会知道的。是，不过当时应该是酒喝多了没控制住自己。田韶一嗤笑道：“报纸上不是说他是好男人，对妻子忠贞不二。”包华茂笑着说：“宇哥是很爱他妻子，也很痛三个孩子，跟那个女的，就是酒精后的失控，在外找女人就归咎为酒精。” 这也太不要脸了！田韶呵呵两声问：“听你这话，他应该常常失控了、啊。女人都是感性动物，若真的是酒后失控，夫妻这么多年，戴玉英不会气得提出离婚还回娘家，所以只可能是固态复萌。”包华茂知道他的性子，眼睛里容不了沙子，不过他也不会为了唐泽宇欺骗田韶，这可是他的财神爷，得罪谁都不能得罪他。包华茂含糊的说：“宇哥心里只有嫂子。” 那些女人对他来说就是些玩意，根本没放在心上。田韶没说话了。包华茂生怕他对唐泽宇有隔阂，说道：“田韶，生意归生意，不要跟私人感情混为一谈啊！”果然不跟赵小柔复合是对的。田韶只跟唐太太见过一面，知道这事都义愤填膺。要换成赵小柔，肯定要对他上手了，打一顿是小事，不带他赚钱却是大事了。田韶看他住急了，笑着说。 若是他的计划赚钱，我肯定投啊！我只是为戴姐不值而已。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，有颜值，有能力，不仅要忍受丈夫的花心，还得在外营造夫妻恩爱的假象。他们确实很恩爱，这个不是作假。田少反问：“若是你以后老婆隔三差五在外面找男人，然后还跟你说她最爱的人是你，你什么感觉？”包华茂没说话了，还能有什么感觉？肯定跟吞了苍蝇一样恶心了。田少也不想再聊唐泽宇了。 破坏心情，吃饭可以带戴姐一起来，省得到时候狗仔看见拍到乱写。就如包华茂所说，生意归生意，不要与私人感情混为一谈。再不耻唐泽宇的行为，他也不会跟钱过不去。包华茂笑着说：“没问题，我等会就回复他。”对了，我朋友那儿进了一批好的松露，你要不要让他送来试试包？包华茂挂了电话，一脸困惑的与阿聪说。 真搞不懂这些女人，田韶不过是跟戴玉英见过一次面，听到唐泽宇在外找女人就为戴玉英不平，这次吃饭还指明要戴玉英一起来，她又不懂做生意，跟住来也挺无聊的。阿聪却觉得田韶做的对，说道：“自闹出上次的事，唐太太现在将唐总盯得很紧，我觉得请唐太太一起去挺好，省得生出不必要的误会。”包华茂听他分析，觉得也对，田韶这么厉害，她老公要敢去外面偷吃。 百分百要净身出户。阿聪觉得谭月不会，不过他也不会跟包华茂唱反调。第一千零一十九章游说戴玉英。田韶出门在外都戴着口罩，为此包华茂还说他太谨慎了。两人一起去福临门，包华茂看住他拿着口罩，说道：“田韶，其实不用这般紧张。你若是实在不喜欢，可以打电那些报社杂志，这样他们就算拍到也不会登出来，或者你放话，只要拍到你的照片。” 你会拿钱赎回来？田勺就三个字回答他：我又不是钱烧的慌，给他们钱，还不如我戴口罩呢。还拿钱赎回照片，这不是鼓励那些狗仔来拍自己？你不让吗？田勺看了他一眼，说：出门都是小汽车，就一小段路，有什么可热的？而且我跟保镖出门买东西，没这么大阵仗包。包华茂三辆车，加上他的两辆车，五辆车，且都是豪车，让那些狗仔看到不被拍才怪。其实田勺不乐意跟他一起去。 但包华茂过来接他，也不好拒绝。快到福临门，田少先下车，我跟冯毅走过去。你们开车过去。包华茂有些无语：“你这也太谨慎了。你放心，就算拍到，我也会将照片买回来。”田少可不乐意，说：“万一对方觉得这新闻价值更大呢？这狗仔都神通广大，到时候根据我的身形或者保镖推断出我的身份，一通乱写，到时候跟你的花边新闻就得满天飞了。” 若不知道他的身份，对方的一笔钱会将照片交出去。万一对方敏锐透过照片推断出他的身份，那多少钱都堵不住对方的嘴了。毕竟有些狗仔不止求财，还求名。包华茂无法反驳，为什么这些偷拍的人叫狗仔？就是因为他们的鼻子跟狗一样灵敏。你这是怕你老公生气？田勺摇头说：“我老公很信任我，不会相信那些乱七八糟的报告。”不过我是已婚人士，许多事要避讳。 男人总喜欢拿酒说事，真的爱老婆，做好了足够的防范，根本不会出现这种事。所谓的酒后失控，不过是为自己寻找新鲜感跟刺激找的借口。包华茂都不敢吭声了。到了福临门门外，冯毅与田少小声说道：“离我们两公尺远的地方，有人拿着相机，应该是狗仔的。幸亏半途下车，不跟包华茂一起进饭店，不然明天妥妥的封面。不过福临门常守着狗仔，田少觉得以后要吃也自己这个人来。” 不跟包华茂、唐泽宇等富豪一起进了包厢，田韶就看见穿住一身旗袍的戴玉英，他夸赞道：“嫂子，这衣服太衬你了，你眼光真的太高了。”等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，咱们一起逛街买衣服。戴玉英笑着说：“我什么时候都可以，就怕你没时间。”田韶笑着说：“那就不选日子了，就明日，明日咱们去逛一逛。他刚好想去逛街买衣服呢，之前的衣服穿了两年，该换新的了。” 在四九城的低调，来这儿就不用了，怎么漂亮怎么穿。戴玉英笑着应下了。之前吃饭田勺都不喝酒的，今日有戴玉英在，就破例倒了一杯红酒。包华茂笑着道：“还是嫂子面子大，我跟安娜认识这么多年，她是头次在外面喝酒的。”戴玉英有些满意：“安娜，你在外都不喝酒的？”田勺摇头说：“不是，跟闺蜜一起在外吃饭会喝点小酒，但谈生意是不碰酒。我一喝酒上头。” 谈生意时脑子可能会不清醒，那要投资商要你喝酒呢？田韶笑说：“说起来也是我运气好，当年开漫画公司找包少拉投资，包少很绅士，没要求我喝酒。那次之后，我没有再去拉过投资了。”包华茂暗道：“那时他跟赵小柔在拍拖，哪好意思灌田韶酒？等到了后来，两人调换了位置，轮到他来求田韶，就更不敢让他喝酒了。”戴玉英知道田韶的钱都是炒期货得来的，赞叹道：“安娜。” 我也有买股票，你有什么推荐的吗？田韶摇头说：“抱歉嫂子，我最近没关注股市，无法给你意见。其实我当年也是傻大胆，做了个梦，觉得自己有发财运就瞎买。做了个梦。”看他们两人聊的投入，唐泽宇挺高兴的。虽然包华茂没说邢安娜的身家，但从他的表现推断，身家肯定很厚，不然包华茂不会这么捧着。唐泽宇其实蛮喜欢跟田韶合作的，像前年的那次合作。 田韶投资以后，并没插手项目，只查看了报表跟财务，然后要求一年做一次审计。跟这样的人合伙，太省心了。吃饭到一半，唐泽宇与田韶说，他新拍了三块地，前景很好，询问田韶要不要投资。田韶委婉的拒绝，说道：“我现在的重心在动画上面，古川第二部已经在拍，龙珠的动画也在筹备当中，最晚七月份开拍。”顿了下，田韶又说道。 我准备等手头宽裕，也拿两块的，一栋盖写字楼，一栋盖公寓。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跟公寓，我相信韶华公司的凝聚力会更强。港城不管在哪个时段，房租都很高。这间公寓他也没打算免费帮员工住，只会以低于市价租给他们。至于从内地来工作或进修的，可以免费住。唐泽宇笑着说：“这次没机会，希望下次可以合作。这次的专案不差投资者，只是田韶前年助他脱困，这个人情记者记田韶不愿意。” 他可以联络另外一个有意向的投资者了。隔天，田勺跟戴玉英去逛街，然后发现戴玉英不止眼光好，而且很有规划。比如说，他们逛街看衣服、珠宝时，他还会让保镖去附近买孩子的玩具、奶粉等东西，因为品牌、型号、大小都写下来了，保镖也不会买错。然后中途还打了两通电话，叮咛保姆给孩子喂奶、哄他睡觉。逛到下午三点多钟，戴玉英带田勺去吃下午茶。 田韶喝了半杯咖啡，说：“嫂子，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做生意啊？”戴玉英一听就摇头：“不行，三个孩子需要我照料，特别是小的离不开人。”嫂子，我一直都觉得女人该将自己放在第一位，其次是丈夫，然后是儿女。若是将丈夫放第一位，儿女放第二位，自己放在最末尾，另一方习惯了你的付出，到最后会觉得这些都是你该做的。可这世上哪那么多的应该呢？ 第一千零二十章再次抵达漂亮国。戴玉英受过高等教育，但母亲的言教以及大环境，还是让她认为相夫教子才是女人的归属。所以当初怀孕后，她就听了唐泽宇跟家人的话，辞职在家生孩子、养孩子。丈夫疼爱自己，孩子乖巧可爱，那时她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。但后来，唐泽宇在外沾花惹草，让她心神俱。但她妈却说，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。 让他睁只眼闭只眼，但这与他所说的教育理念相违背，所以他很痛苦。偏偏还要在人前假装夫妻很恩爱、很幸福，有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像个笑话。戴玉英搅动着咖啡，半晌后说：“安娜，你以后有了孩子谁管呢？”田韶笑着说：“我们现在都很忙，所以约好了先发展事业，等过三四年事业稳定了再要孩子。到时候我们都尽量不出差。” 他那边推脱不过，我就留下照看孩子、洗衣做饭等家务活，有阿姨帮助干，但孩子得自己照顾、自己教导。三四年再要孩子，你婆家人不会催你吗？田韶没说谭家的特殊性，只是笑着说：“不会，我婆家人觉得女人有份属于自己的事业挺好，这样我先生就能轻松些了。”戴玉英感叹道：“你婆家人真开明。”田韶摇头道：“其实婆家人态度主要归咎于男人，我老公尊重我的决定。” 我婆家人就算不同意也没用，嫂子，我真觉得你做家庭主妇太屈才了。你要做生意，将来肯定能成为商界女强人，被丈夫都佩服的人夸赞。戴玉英心里很受用，她犹豫了一下，做生意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很多人亏得倾家荡产。田韶刚才就有了想法，说做生意说难也确实难，但要说容易，其实也挺容易的。选择了好的项目，将商品做好，就不愁赚不到钱。 戴瑜英心头一动，问道：“安娜，你说的好项目是什么？”前世有一句话说，女人跟孩子的钱最好赚。田韶说：“尿不湿、奶粉、玩具、童装，这些都很有前景。”嫂子对有孩子的家庭来说，这些是必不可少的东西。身为三个孩子的母亲，戴瑜英可没少买这些东西。她奇怪的问：“你既觉得有前景，为什么不自己做呢？”田韶摇头说：“我更喜欢画漫画。” 再将其改编为动画，这让我很有成就感。所以我的重心在漫画公司，碰到好的项目我会投资，但不会参与经营。想着丈夫的话，戴玉英有些感叹道：“安娜，我以前觉得你很幸运，现在看来是我错了。你的成功不是幸运，而是必然。”喝完下午茶，两人就各自回家了。没得到戴玉英的答复，田少也没失望。戴玉英现在待在舒适圈。 想要他跳出舒适圈出来做生意，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，而很少人有这样的勇气。过了几日，包华茂拿着两盒鱼子酱过来，等饭吃的时候问他要不要出海玩。天天窝在家里，你也不嫌闷得慌。漫画公司有事，田勺。都是透过电话来解决。不过两个副总经理跟黄鹤轩都很给力，杂事不会来找田勺，只有无法做决定的才来问他。田勺将手中的财经杂志放下后道。 我就喜欢在安静的环境里画漫画、看书、听歌，让我像你一样夜夜笙歌。我一天都受不了。他这些日子并没闲着，虽没画漫画，但每日都在看报纸跟财经杂志等，透过这些了解当下国际以及港城的局势跟经济。包华茂无奈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不喜欢太闹，哪还会请很多人？你要同意出海，我就邀请雨哥跟嫂子，其他人不请。田少准备等邢少辉回来，就要去漂亮国。” 所以暂不会出海玩，不过他没说原因，怕包华茂寻根问底，所以随便找了个借口。我老公喜欢钓鱼，等他以后来港城，到时候可以一起去海钓。包华茂已经知道谭月的身份了，他说就他的身份，灵是不可能光明正大地来港城的，要偷渡过来，要被发现也很危险。田勺白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什么叫不能光明正大来？港港城是我们的，等回归以后，他随时都可以来。” 包华茂知道回归势在必行，道理很简单，换成是他也不可能将自家的地盘给别人，哪怕打得头破血流也得抢回来。那要等很多年了，不用，十多年而已，眨眼就到了。包华茂无语了，十多年说的好像十多天似的。中环那边有一家新开的法国餐厅，里面的鹅肝非常美味，你有时间可以去尝一尝。他也是看田韶天天关家里，才想带他出去玩，没想到他这么坐得住。 田勺一听，立刻表示明日就去吃，不管哪国的菜，只要好吃他都会去尝一尝。上辈子没吃到的，这辈子找补回来。包华茂笑着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会请我吃呢。”田少鄙视他：“你这刚交了女朋友，就跟我去吃法国菜，万一被拍到也不怕女朋友知道生气？三天前这家伙带了个美女去吃饭，被狗仔拍到了，上了娱乐杂志。他很坦然的表示那是他新交的女朋友。”田韶觉得这家伙应该是故意的。 故意断了小柔姐的念想，这方法虽然有些损，但确实是最有效的。包华茂一点都不担心，他很懂事的，不会干涉我生意上的事。田少给了他一个白眼，什么懂事，分明是对方怕他提分手，不敢管他的事。六月中旬，邢少辉回港，田少将公司的事跟他交代清楚，然后就带着冯毅跟阿香去了漂亮国。过了两日，包华茂过来找田少，这才知道他出去找素材了。有了上次的事。 这回是骗不到包华茂了，什么找素材，分明又出国了。包华茂回去的路上问阿聪：“你说田韶去漂亮国是不是炒股了？”阿聪摇头，觉得不可能，说要买漂亮国的股票，港城就可以买了，何必舍近求远跑漂亮国去买？包华茂想想也觉得是，就将这事放下了。第一千零二十一章开挂。田韶到漂亮国后，没再像之前那样留在饭店分析时局。 而是先将股票粗略的浏览了一遍，然后从中筛选出要买的一些股票。随后，他又去了另外一家证券公司开户，因为汇入的资金庞大，证券公司主动将最好的股票经纪人希克斯介绍给了他。田韶不但没有拒绝，反而让这位股票经纪人介绍股票给他。听到他分析了当下的局势，然后说服务消费股前景会很好，提议他购买服务及消费等公司的股票。听了他的分析。 田韶知道这个希克斯是有真本事的，于是听从了对方的建议，将账户上的钱买了迪士尼、默克制药、跟肯德基等六只股票，并不是盲从，而是他本来就准备买服务消费性的股票。希克斯看他这么痛快，一直夸赞他果断英明。回到饭店，冯毅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询问田韶为何又要重新开过一个户头，明明已经有个户头，也有股票经纪人布鲁顿，没必要多此一举。田韶并没有解释。 只是说，我这么做自有我的道理。冯毅就闭嘴了。这边股票买下来后，田韶这才去找布鲁顿之前买的那些股票，有涨有跌，到现在金额基本上跟去年持平。田韶要求布鲁顿将这几档股票都抛售了，然后自己选了九档股票。这九档股票，除了迪士尼跟默克制药外，分别是玩具反斗城、收腻、麦当劳、甜甜圈两家服装公司以及一家化妆奢侈品的股票。 过了两日，宋明阳来了，田勺笑着递给他一个单子，说：“我给你的账户汇了三亿美金，你将这钱拿去买上面的股票。”宋明阳自认为心理素质极好，但还是被田勺吓得心脏差点跳出来，他颤动问道：“田勺，你这钱都是从哪里来的？”“放心，就是炒期货赚的，之前跟你说过的，炒的黄金跟原油。”宋明阳很是怀疑的问道：“你说的都是真的？” 田韶并没因为质疑就不悦，相对而言，宋明阳还算淡定的，换个普通人，怕会直接吓死过去。他笑着说：“不是炒期货赚的，那你觉得我干什么能弄到这么多钱？杀人放火等伤天害理的事，我也没这个胆子。”钱宋明阳对金钱并不热衷，够用就行。他摇摇头说：“我之前以为你赚了几亿，现在看来还是我小看你了。你炒的这两次期货，应该赚了几十亿港币吧？”他这边就是。 三个亿美刀，自己那边一定留得更多了。田勺笑了下，说：“宋大哥，这些钱我希望除你之外，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。”宋明阳看住他。田勺，你的本金是多少？你别告诉我，本金就是你倒卖资料的那一百万。正是。宋明阳惊叹不已道：“小勺，跟你比起来，那些个被追捧为股神的都是小儿科。”田勺暗道：那些被追捧为股神的是有真本事，他是开挂的。 外加一点小小的运气，两者根本没可比性。宋明阳也只是感叹下，很快就平静下来。他开玩笑的说：“这么一笔巨款，你就不怕我心动将钱卷了跑掉啊？这可不是三五千万，是三亿，还是美刀啊？别说拥有了，见都没见过了。”田少很自信的说：“你不会的，万一你真将钱卷跑了，那也是我眼光有问题，信错了人。”宋明阳在宋教授耳濡目染之下。 虽不是视金钱为粪土的人，但不是他的钱绝对不会碰的，更不要说像他这种人将名声看得比命还重要。被这么信任，宋明阳都有些受宠若惊了。他笑着说：“田勺，做科研是很烧钱的，若是将来研究资金紧缺，还希望你能资助我一二。”田韶很爽快的应道：“都是自己人，这事好说。”当天，宋明阳先去置办了一身行头，然后避开田韶开户的两家证券交易。 去了另外一家开户，他开户后直接叫操作员买下田韶说的十二档股票，帮田韶办完这件事后，宋明阳就回去了。在回去之前，他提醒田韶道：“这么大一笔钱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就算是枕边人，也不能说实话。”他不是挑拨离间，而是以前见的太多父子、夫妻、朋友跟同学反目的事情，所以他觉得田韶最好留一手。田韶知道他是在指谭月，若不是谭月一直支持我。 我也去不了港城，也无法抓住机会赚这么多钱。你放心，他并不看重钱财，对他来说能吃饱穿暖就行，哪怕粗茶淡饭都可以。你的意思是，他知道你手头有这么多钱？田韶笑着摇头，知道我炒期货赚了大钱，具体金额没问，他还说赚了钱希望我能回报社会，亏了他有工资能养活的我跟未来的孩子。宋明阳闻言，由衷为田韶高兴，你眼光很好，找了个好男人。 田韶得意的说：“那是，若不好，我也不会选他。你呢？在这里有没有碰到喜欢的姑娘？”宋明阳摇头说：“没有，而且我也不想在这儿找，等等回国再找。”他不准备找个外国媳妇的，生长环境不一样，受的文化以及平日的饮食都不同，除非一方愿意为对方改变，不然很难长久的。他自己不愿改变，也不愿去委屈别人为自己改变。田韶笑着说：“那你可以在留学生里找啊。” 宋明阳，要是碰到喜欢就赶紧下手，别磨磨蹭蹭，一磨蹭可能就错过了。宋明阳笑着点了下头，然后问道：“你去年不是跟我说，你小妹也要来留学，还希望她申请我们的大学呢？怎么她没申请吗？”他没见过六丫，但从田少的言语不难听出，这女孩是个天才，天资可能还在她之上。这样的人申请他的学校，应该没问题。田少有些遗憾的说：“申请了。” 但你们学校认为他太小了，给婉拒了。不过他自己也不想留学，想等硕博读完再来。虽然我觉得来这儿能学到更多东西，但他自己不愿意，我也不能勉强。好。宋明阳听到六丫今年才十四岁，笑着说道：“确实太小了，过个三到四年来正好。”第一千零二十二章度假。宋明阳待了一天就回去了，他手边有很多工作。这次若不是田少打电话说有事需要他帮忙，他也不会过来。田少将人送走以后。 准备在这里好好玩一下，顺便购物。在港城怕被认出来，但在漂亮国却不怕。对漂亮国的人来说，亚洲人都长得差不多。当然，对国人来说，他们也分不清楚外国人的长相。回去的路上，冯毅终于按捺不住问道：“老板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何要开三个户口，并且其中一个还要急送名扬之首田韶？”勺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不关注经济，不知道港城这几年轻工业发展势头很好。” 国外市场为了遏制发展，对纺织业以及其他相关行业采取了配额制。冯毅确实没关注经济，他对这个也不感兴趣。听到这话，他疑惑的问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田少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就拿布料来说，两块颜色、大小、品质一样的布料，商家从港城进口只要一百块钱，从国内的纺织厂购进却要一百二十块钱。那你觉得消费者会买谁家的布料呢？港城的都便宜二十块钱。” 这个不用说，傻子都会选港城的布料了。田勺说：“是啊，同等条件下，商家一定是买价格低的。可若是放任不管，国内的纺织厂生产出来的布料卖不出去，东西卖不出去就没法给工人发工资，工人没钱怎么养活一家老小？当然，纺织业是这样，其他行业也一样。若是大面积工人失业，就会滋生很多问题，最明显的就是犯罪率会上升。”冯毅听得一愣一愣的。站在港城人的角度看，这些人太不讲道理了。 毕竟做生意各凭手段，但若站在对方的立场，这样做是对的，不然国家都要乱套了。田韶说：“我买的股票，若是全都亏了，没人在意；可若是赚了，赚了很多倍，就会被这儿的金融大鳄们注意到的。那些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，到时候他们可能会借助政府的力来扣下我的钱。十个亿美刀，就算是在漂亮国，那也是一笔庞大的数目，要一次性投入进去，并且还赚了许多倍，肯定会被注意到的。”冯毅不认同他这个做法。 说：“老板，你既知道会很危险，为何还要来这买股票？”老板，你就不怕这钱便宜了这些鬼佬？”田少笑了下，说道：“做生意哪有不危险的？而且这笔钱他们也贪不了，真到那一步，直接捐了，让相关部门去催讨。两家前两年就恢复了建交，关系往来比较密切。他这钱是前前静静赚来的，相关部门出面一定能回来。不过这样的话，他损失就太惨重了。当然。” 这是最坏的情况。冯毅见他已经将后果考虑到了，也不再纠结这事了。老板，我觉得咱们还是尽快回去吧。看他被吓住了，田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他将资金分成三份，就是降低风险。而漂亮国即将迎来大牛市，只要不是那种摔到家的，随便买档股票都能赚钱。他也就本金多了点，就算赚数倍甚至十多倍，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也不会特别显眼。田少摇头道。 难得出来，我想出去散散心。小柔子之前跟我说，夏威夷景致挺不错的，咱们就去那里住几天。冯一能怎么办？只能听从了。不过今日的谈话让他意识到田勺敛财能力的可怕。思来想去，他决定找两个昔日的队友一起保护田勺。他将这个想法跟田勺说了，说完后解释道：“我的队友不仅身手好，还身经百战，对危险都很敏锐。若是能请他们来，你的安全就更有保障了。”田勺看住他说。 他们也都退休了。冯毅点头道：“对，都转业分配了工作。不过我有把握劝他们跟我一起干。其实现在还没转业分配工作，不过算下年龄，也就精明亮年的事了。那两兄弟他了解，让他们进工厂或机关单位，那些弯弯绕绕的，根本弄不来。与其去受窝囊气，为生活低头，不如来给田少当保镖，跟住田少做事，不仅薪水高，还能吃上山珍海味，喝到美酒。田少哪会拒绝？” 他巴不得这样的保镖多来几个了。第二天下午，田韶就躺在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海滩的椅子上了。这儿的沙滩绵延一英里，长长的海滩上铺满了白色的沙，阳光温和的照在细沙之上，发出道道金光。田韶看住旁边虽躺在沙滩椅，但神色紧绷的冯毅，笑着说：“我们是来度假的，你别总绷住脸，放松些。”冯毅哪能放松？他都恨不能带着田韶回国，不回国在港城也好。 至少在港城有事也能找家人求助，在这儿要出事，就只能靠他跟阿香了。田韶见他不听劝，也懒得管了。风吹来，旁边的椰子树迎风摇曳，极目远眺就是一片片山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个只穿住沙滩裤、眼神深邃、身材壮硕的混血男人朝着田韶走来。田韶听到他热情的询问自己的名字，举起左手指住无名指上的钻戒，笑着表示自己是已婚人士。 这混血男人看住冯毅，说了一句要 R S O P 拍石杯试吃。冯毅可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，立即解释道。i His m a Spandynick Brother,。Neck ”在夏威夷待了五天，有许多人来搭讪，每次田韶都会扬起左手上的婚戒，表示自己已婚有底线的会放弃，没底线的田韶直接让阿香将人轰走。阿香避开田韶，问了冯毅：“咱们老板的丈夫长得什么样子啊？让老板对他这么死心塌地的，这来搭讪的男人都是大帅哥。” 其中一些看出条件就很好，结果自家老板正眼都没看，这让他对谭月产生了好奇。冯一笑着说：“他们夫妻两人感情非常好，眼神都只有彼此，还有老板的丈夫也很优秀，两人是旗鼓相当。只不过一个是在商界发展，一个是走仕途，走的不同的路线，没可比性。不过两人是人中龙凤，这点无可争议。”第一千零二十三章三魁受伤，难得出来度假。 田韶在夏威夷停留了十天才回去，这十天他完全放空自己。上午去逛街买东西，因为这儿的东西税低，买了许多的奢侈品，买的非常尽兴。下午躺在沙滩上晒太阳、下海游泳，晚上看看书。冯毅看他有些乐不思蜀，有些无奈的说：“老板，邢总经理这几天每天都要打电话问远景，你什么时候回去？老板，你再不会去，邢总经理得急死他。三天打个国际长途报平安。” 可就算如此，远景他们也担心的不行。上次一个星期，这次都半个月还没回来，万一出点啥事都鞭长莫及。田少很喜欢现在这悠闲的日子，都不想再回去了。可惜也只是想想，离退休还有七年，这七年继续奋斗吧。起身的时候，田少有些遗憾的说：“可惜我家那位不能出来，不然来这儿度蜜月多好啊！想跟谈越出国旅游，等他退休了都未必行。不过以后有孩子。” 可以带孩子出来玩，嗯，以后要多带孩子出来玩，全世界都去。三天后飞机落地港城，冯毅整个人才放松。哎，跟了这么个心大的老板，他的失眠症估计又要犯了。田韶看他这么紧张，笑着说：“国外没人认识我，只要不那么倒霉碰到恐怖分子，其实很安全。反倒在港城更危险，恐怖分子。”田韶自知说漏了嘴，不过他并没住急，而是很淡定的说。 简单来说，就是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杀人，制造恐慌，危害社会。比如在闹市安个哨坛，炸死人后，人们上街都要提着心。冯毅很认同他的观点，说国外他们不限制木仓、支弹药，只要犯罪分子有心，确实可以制造这种大型事故。田韶闻言立刻不说了。冯毅来可是专业的，他说的越多，破绽越多，到时候可能会引起这家伙的怀疑。回到别墅，田韶下车就看见保镖全都围过来了。 怎么了这是？袁锦说：“老板，你都出去半个个多月，大家都在问你去哪里了。走之前不是跟你说了，我们去漂亮国办事了。”袁锦很是无奈的说：“可你没说要这么长时间啊，老板，大家都在问，特别是邢总经理，一天三四个电话。”田少转过头看住冯毅，问道：“你没告诉他们，我们去夏威夷度假了吗？”冯毅心头一个咯噔，他还以为和上次一样。 得隐瞒行程，不能说没有这事，是我的疏忽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当日离岗，田勺说去度假，远景还以为是借口，没想到竟真是去度假的。田勺哦了一声，就提着包回了房间。他去了哪里，无需和远景报备，而且他也不可能去哪里都让远景跟住了。谭老爷跟其他人得到的讯息，肯定是远景泄露的。不过这是他的职责，田勺也无意指责。但像这种大金额投资的事，是要避开的。 洗完澡出来，阿香就在外面敲门。老板，新总经理刚打了电话过来，说让你赶紧给他回个电话。这语气明显是有急事了。主卧室也有分机的，田勺立即回拨了电话。行叔，出什么事了吗？你表弟三奎前些天受伤了，伤得很重。田勺心头一紧，问道：怎么受伤的？邢少辉说：六天前，你表弟在进货的时候遇见了路匪。飞 那些人都随身带了武器，打斗中三魁被人用刀刺伤了，也是知道田少已中这个表弟，所以相关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个消息传过来。可惜田少不在港城，没办法，只能让邢少辉转告了。邢少辉知道田少在国外，只是不确定他在做什么，万一从事的是危险的事情，要知道三魁的事分心出了什么意外，这个后果他承担不起。所以虽然一直打电话问远景，但没说三魁的事，他催得急。 田勺那边得了消息，只会以为公司出事了。他知道田勺有钱，公司就算倒闭也不会影响到他，所以公司有事也不会急。田勺声音抖得大了：“你说什么？三魁被人用刀刺伤了！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人都不由站了起来。邢少辉看他这住急上火的样子，忙说道：“你别住急，你表弟经过救治，重伤的第二天下午就脱离危险了。”田勺一听，哪还坐得住，收拾了洗漱。 用品以及两套换洗衣服就回了阳城，然后马不停蹄的赶往医院。虽然说脱离了危险，但没见到人还是不放心。询问了护士，确定了病房，田勺就急匆匆的过去。不想还没走到病房门口，他就听到三魁的声音：“你赶紧回去，我这里不需要你照顾。”走到病房门，田勺就看见三魁床边有个年轻姑娘。这女孩梳着两条长长的麻花辫，长相很是俏丽。这女孩红住眼眶说：“三魁哥。” 你现在受伤了，我就想照顾你，等你好了，我就走，绝不会来打扰你。三魁不耐烦的说：“王盼盼，你是没长耳朵吗？我都说了，我兄弟在照顾我，只是我让他去外面买东西了。”透过两人的对话，田少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他走过去，朝着那女孩说：“他都让你走了，你听不见吗？”碰到自己喜欢的主动追求，他觉得挺好的，但三魁如此排斥，又现在这么个样子。 纠缠不清，那就是不懂事了。这么没眼色的人，还是算了。这女孩面露敌意的问：“你是谁？”田少冷住脸说：“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儿并不欢迎你。”阿香将这女孩送出去。阿香走到这女孩面前，做了个请的动作，见她不站着不动，她冷住脸说道：“你若是再不出去，我就将你扔出去。”她自决定留在田少身边时，就跟祝远景他们学了普通话，后来硬。 冯毅的要求又学了英文，在专业老师的教导下，国语跟英语都可以日常交流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带着口音。姑娘看他这样子也有些害怕，老实的拿着包包走，还没走到门口，就听到三魁喊了表姐。她猛地转过头来，阿香却是一点都不客气的将他往到门外，然后将门关了。第一千零二十四章目标明确的三魁。田勺坐在床边，关切的问道：“大夫怎么说？”三魁笑着道。 姐，当时流了点血，不过只是看住下人，并不严重。医生包扎止了血就没事了。刚给我打针时，医生说明日可以出院了。伤到哪里了？三魁掀开被子，指着腹部的地方道：“就在这里，不过刺的不深，没伤及要害。”哪里是没伤及要害？再往下一些，命就没了。田勺沉着脸说：“我不是给了你一把木仓护身吗？怎么没用？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，直接开枪。” 打死就打死了，就算后续有麻烦，至少命还在。说起这事，三魁脸上闪过怒色。姐，我们这次是遭了算计。之前有一伙地痞想要收我们保护费，被庄厂长给弄进局子里了。他们恨上了我们，打听到我们出车时间，就在半途设下埋伏。他们知道我手里有木仓，且石虎枪法准。在石虎出去买东西，故意挑衅他，打了一架，然后被关在派出所。说到这里，他很懊恼，也是我不够谨慎。 没发现他们的计谋，表姐，对不起，卡车跟布料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哪还顾得上？田韶摇头说道：“人没事就好，至于货跟车没了就没了。”三魁啊了一声，他还以为田韶会说能将货跟车都要回来了，毕竟以谭家的地位，加上谭月的职位，这事并不难。不止这么想，三魁还直接问了田韶，看住他说：“三魁。” 碰到事情要自己解决，而不是住总想着别人帮你。你姐夫跟谭家，除非是生死攸关的事，不然我不会去麻烦他们。三魁不赞同这话，说：“姐姐夫跟你是一家人，怎么能用麻烦这事呢？”田勺看他还抠起了字眼，笑着说：“我跟你姐夫是夫妻，夫妻一体。不过公司不在我名下，而且我也不能他后腿，所以遇见事我要自己解决。那火跟车就不要了。”田勺说。 我会让小柔姐过来解决这事，她是港商，她出面要求当地尽快破案，相关部门一定会重视的。若是赵小柔出面不行，那就再找几个港商人多力量大，到时候政府肯定会重视，并且给牡丹服装一个交代的。只是想着内地最近两年的治安，田少也有些烦恼了。严打明年才开始，这段时间有事得自己扛了。要再见丧心病狂的，那就太危险了。三魁说：“表姐。” 车子跟货是在我的手上丢的，一定要找回来，不然我干一辈子都还不起这笔欠债了。田少好笑道：“你是不是傻？这是意外事件，再如何也怪不到你头上，真要怪也该怪庄一鹏。那些地痞混混最难搞，宁愿舍点财也不能跟他们结仇。若是结仇，他们光脚不怕穿鞋的，我们开场子的却不行。”三魁一听也觉得有道理，不过他还是为庄一鹏说话。庄厂长当时也是气急了。 毕竟以前在江省的时候，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。另外，他也是怕开了这个头，以后谁都能上门跟咱们要钱要东西了。田韶觉得庄义鹏这件事处理的很糟糕，不过通过这件事，他应该意识到自己处理的有问题了。你要知道，老实本分的人都窝家里，只有那些胆大想发财的才会来这里。这也是我为何在厂规里特别写明，工厂里的女员工要出去必须结伴，且还要有男员工陪同，一旦出事。 咱们赔偿暂且不说，他们这辈子也毁了。听到这话，三魁默了默道：“姐，我们隔壁厂就有两个女工出事了。之前大家都觉得厂规太严苛了，有些姑娘大姐还很有意见。自闹出这事后，大家再没有怨言了。亏得他姐出门都会带保镖了，就他姐这长相，又天南地北的跑，身边不跟住几个厉害的保镖，太不安全。”田勺说：“只要他们不出去，在工厂内还是安全的。不过也不仅仅是女员工。” 男员工也不要落单，这女的怕遇见坏人，甚至人贩子。男员工怕什么？田勺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弄晕卖去黑矿挖矿时，那些黑矿环境恶劣，很容易坍塌，里面的挖掘条件也很差，不是被砸死，就是被累死。”三魁打了个冷战，他一直以为男员工是安全的，不怕，现在看来也很危险。等出院，必须跟他们说，让他们别乱跑。田勺将削了皮的苹果递给他，笑着问。 刚才那女孩怎么回事？三魁继续说，这女孩是服装厂的女职工，是庄厂长老婆的娘家侄女。因为长得漂亮，一进厂就被那些吃饱撑的评为厂花。就这女孩的样貌，评为厂花也算名副其实。三魁也不用田勺询问，继续说，因为长得漂亮，厂里好几个男员工追求她。没想到她跟人说喜欢我，田勺笑住说，这么不喜欢她？三魁有些厌烦的说。 很烦，我都说了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他还跟我表白，说见到我的第一眼就喜欢上了，喜欢个屁啊！他都瞧不起乡下人，说乡下人又脏又穷，素质还低下，他瞧不起乡下人，怎么可能还会喜欢我？无非是看我是主管，又有表姐你做后盾，所以才这么说。还有啊，他都十九岁了，竟还不会做饭，而且性子还不好，总要人捧着，除了一张脸好看，其他一无所处，这要娶回家那就是娶了的祖宗，他娶媳妇。 回家是过日子的，不是娶祖宗回来伺候的。这样的女人，一分礼不要也不会娶的。男人喜欢漂亮女孩没错，就像女人也都想嫁个长相好看的男人。难得的是，三魁更注重内在而不是外表。田韶觉得他已经成熟了，可以谈婚论嫁了。那你想娶个什么样的？跟我说。等我回京后，我托人给你打听。三魁摇头说道：“不了，等我买了房子，再存一笔钱。现在我手头就两千多，买房子都不够。” 没办法娶媳妇，他想在田韶附近买个一进的小院子。去参加婚礼的时候，打听了下，那边一进的房子要三四千，还得再存一年。田韶笑着说：“没事，买房子钱不够，我先借给你，先去相看看对眼就先谈一年，然后再结婚，别拒绝。”大舅嘴上虽不说，但我知道他其实也惦记住你的终身大事。三魁犹豫了下，还是点头答应了、啊。第一千零二十五章，庄一鹏被批。 三奎的择偶要求很现实，四九成户口且有工作，温柔大方、善解人意，然后还要孝顺。他想以后接了李大舅跟大舅妈到四九城来一起生活。田少笑着说：“你这要求可真不少。”三奎也承认自己要求多，所以我想买了房子再多存点钱，这样成功的几率就更大点。现在没房也没存款，应该没姑娘看得上。田少笑着说：“等房子买了，我托人给你做介绍。不过你得做好思想准备。” 就你这要求，短期内很难找着满意的。三魁笑着说：“不急的，正好我还要存钱。”姐弟两人说了小半天的话。三魁道：“姐，我没事，你忙你的去吧。”田勺笑着说：“我这次回来就是看你的，这两日我留下来照顾你。”三魁一听就急了，说：“姐，我没事，有乔海照顾我呢。姐，你那么忙，哪能让你照顾姐？你赶紧忙你的去见。”田勺坐着旁边没动。 他不由又说道：“姐，你要真留下来照顾我，我这伤反而很难好了。还有阿姐，你是女的，我是男的，我这要上厕所什么的也不方便。姐，这边有乔海了，而且我现在伤也好的差不多，姐，真的，你忙你的去。”田勺看他这般排斥，也没再勉强了。就在他准备走的时候，庄一鹏来了。庄一鹏是从王盼盼那儿得了消息，知道田勺过来了。田同志。 你来了，若不是他当日手段太激烈，从而激怒了这群地痞二流子，也不会惹来这些人的报复。现在货跟卡车都被抢走了，还将他们的人打伤了，厂里损失惨重。田勺就低头剥橘子，庞若没听到他的话。庄义鹏知道他这是生气了，主动认了错。田同志，是我没处理好这件事，害得三魁兄弟受了这大罪。田勺将橘子放到三魁手中，然后抬头看住他，冷着脸问。 你也是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，难道不知道这些地痞二流子若不能一棍子打死，就不能激怒他们吗？庄一鹏，我是信任你才将厂子交给你管理，可你却自视甚高，将员工置于危险之中。这次还好，五个人都只是受伤，若是他们都出意外没了，你能赔他们的命吗？若是碰到路匪，才引来这场祸事，那只能说大环境是这样，自个运气又不好。但这次的事，庄一鹏处理得当，完全不会发生。 庄一鹏垂住头说：“田同志，对不起，这次确实是我的错。不过我保证，再不会有下一次了。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”田勺神色并没缓和。车跟货能追回吗？他不会因为这事就炒掉庄一鹏。一是想找个人来接手也不容易，二是这一年多做出成绩也有目共睹，不能因为无意中的错就开除，这样会让其他人寒心。不过若是他还不吸取教训，田勺一定要换人的。庄一鹏默了默。 说那几个头目将卡车跟货都卖了，然后偷渡去了港城。田韶一听笑了，去什么地方不好，偷渡去港城？他们难道不知道牡丹服装厂的老板是港城人吗？这些人偷渡去港城，他都不用去找唐泽宇，只要花一笔钱，让林志杰以前的兄弟就能办到了，将人抓了再遣送回内地。以他们犯的案，等到明年足以判死刑了。庄一鹏说，我们的老板是港商，这附近的人都知道。我想。 他们应该是认为港城那么大，我们的老板也奈何不了他们。田勺没再发表意见，只是说道：“三魁这儿由我你去看望另外四个伤员。队了，那四个人每人奖励一百块钱，另外再给一个月假期。若是愿意回去，安排车子将人送回去。”庄一鹏看住三魁，问道：“那三魁兄弟？”田勺自不会亏待自的兄弟，说道：“三魁奖励两百，两个月的假期。”庄一鹏，鉴于这件事都是你处理不当造成的。 罚你三个月薪水，另外四个人是轻伤，指三魁受伤最重也亏的那些人，只要才没想开杀戒，而且关键时候三魁让那些人放弃货物。好，等庄一鹏走后，三魁问道：“姐，你真能找着他们吗？”田韶问了一声说道：“其他地方我鞭长莫及，但在港城，他们就是躲在下水沟，我都能将他们翻出来。找着后呢，丢海里喂鱼。”三魁吓得脸都有些白。 这可是杀人，怎么敢啊！田少看他这表现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傻小子，不会丢海里喂鱼的。那么几个大活人就这么扔海里喂鱼，多亏啊！三魁受伤后精神不济，说了这么半天话，有些昏昏欲睡。他打了个哈欠，说：“姐，你去忙吧，我这儿有乔海。若真有事，我会让他找你的。”田少点头道：“那你好好休息，有什么想吃，得让乔海带你出去以后。” 田勺就去有句打电话给张建和，然后两人在之前那家海鲜饭馆见面。张建和一见面就问道：“嫂子，你回来是探望你表弟吧？”田少点头道：“嗯，他腹部挨了一刀，好在刀子扎的不深，若不然就交代了。他刚才看似淡定，但实则惊出了一身的汗。若是三魁有个三长两短，他怎么跟大舅跟大舅妈交代？白发人送黑发人，那绝对能要了两人的生命。” 张建和知道三魁受伤后，就让人打听，确定没性命危险才放心。他说：“嫂子，最近确实不太平，隔三差五出事。我有个朋友，不止车跟货没有了，司机连同他小舅子五个人全都没了。现在这治安让他很不安心，一直他特意叮嘱张母不要再带孩子过来了，就是他自己现在出门都要带保镖了。”张建和说：“嫂子，这样下去迟早是要出乱子的。”田韶说：“放心。” 上头不会坐视不理的，肯定会出手整治的。你这段时间自己也要格外当心。你是港商，抓着你可以捞一票大的。张建和问道：“嫂子，那你觉得要多久上头才会整治？多则一年，少则半年。”张建和一听，立即下定决心，接下来的一年，除非推脱不必要的应酬，就留在工厂。第一千零二十六章无题零零零。000, 听到电话响起。 谭月立刻进了书房接电话，这台电话主机在书房，还有一个分机在放置沙发的那个宴客厅。家里电话大部分都是找的田韶跟谭月的，所以两人在家都是接的电话。谭月习惯性的问：“请问哪位？”田韶笑着说：“是我谭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谭月见是田韶，高兴的不行，问道：“回来半个个多月了，你现在在哪里？”其实，在港城跟内地是可以通电话的。 不过田韶在港城用的是化名，总给他打电话担心有麻烦，所以没要紧事也不大。现在打过来百分百是在内地。田韶嗯了一声后解释道：“在牡丹制衣厂，三魁去外地运原料，遇见暴徒受伤了，我现在过来看他，明日又要回去工作了。最近治安如何？”谭月比田韶更清楚，跟三魁说下，让他小心些，实在要去买东西就多带一些人手，宁愿少赚点也要确保自身的安全。每次出门，三魁都会带七八个人。 而且王石虎手里还有我给的木仓，只是这次情况特殊，所以三魁才会住了道，怎么回事？田少将事情简单说了下，说完后道，三魁受伤的事你暂时别告诉三丫，这丫头胆小会吓住的。大舅跟大舅妈呢？田少表示这是瞒不住，工厂那么多家里人，他们写信回家一定会跟家里人说，所以我跟三魁说了，等他出院后就打个电话回去，他自己说。 大舅跟大舅妈也不会害怕。若是他打电话回去告知两人这件事，就算他说三魁没事，大舅跟大舅妈也会往最坏的地方想。可换成三魁自己，那就不会了。毕竟都自己打电话，肯定没什么大碍了。再者，还可以透过说话的声音跟语气判断。谭月嗯了一声后道：“小勺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田勺其实挺想回去的，只是回去后短时间内可能就去不了港城，他只能放弃了这个打算。不知道。 我又买了一批新的器材，等到货后第二本漫画该启动了。在四九城，许多事做起来束手束脚的，在港城可以自由发挥，当然，这些是其次，主要是他记得再过段时间那位铁娘子会去四九城，商议港城归属问题，他还想利用这件事，再在股市捞一笔呢。谭月问：“那你回来后还要再去那边吗？”等九月回去后，今年就不去了。这个答复谭月很满意了。 田勺又将三魁想买房子的事说了，虽然三魁没说，但这小子那点心思，田勺还是看得出来的。长安街没有小宅子卖，就在附近的胡同或者巷子寻摸下，要多大的？田少想了一下说，说就一进小院，三四间屋的足够了，房子破点也没事。到时推倒了重建，就是这傻小子说什么未来媳妇要孝顺，以后他要接了父母来寺九成养老。这年轻人跟老一辈的人在消费观念。 育儿观念以及饮食卫生习惯等都不一样，住一起只会鸡飞狗跳。别说媳妇了，就他这个女儿都不敢跟父母住一个房子里，从而特意为他们准备了隔壁的宅子。以大舅跟大舅妈的性子，不会来四九成的。若是他们真来这儿养老，到时候可以住隔壁；若不愿意，也得另外买过房子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谭月心里有底了，点头应下，又说起隔壁的房子。这十九家有十一家厂子要盖集资房，愿意卖。 还有八家不乐意，他让领头的跟呐。八家去做思想工作，谈拢了就自然好，没谈拢也就算了。田少无所谓的说：“我们可以退让一步，价格再提高半成，然后可以让他们免费住到集资房盖好，当然不能超过三年。若是这还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谈月”谭月笑着说：“他们其实就是想提价，我是不想惯着他们。不过你既觉得提半成没关系，那我明日找陈大婶说，三天之内不给回复。” 咱们就不买了。田勺嗯了一声后说：“若是他们都同意卖了，你跟六丫说一声，将这房子挂在他的名下，郊外的那几栋房子挂在六丫名下，他没有异议。但这次他犹豫了，倒不是因为这宅子贵，以后六丫会贪了，而是怕二丫他们知道后心里会不高兴。小勺，我觉得这房子可以挂在爹娘名下，若觉得不好，挂在三丫名下也行。”田勺一听就拒绝了，只有挂在六丫名下，我才放心。 这四合院以后价值上亿，放在李桂花跟田大林名下，等父母百年以后，谁知道是否会上演争产的闹剧？不说人心易变，只说到时候还牵涉到下一辈，变数就太多。谭月笑着说：“我一直以为你最信任应该的是三丫，没想到竟是六丫。三丫跟他们住在一起，说实话，性子确实让人喜欢，便宜武正清这小子了。”田韶说：“三丫良善贴心，可人疼。” 但他性子太软了，万一武正清或者武家人的起了心思，他到时候会进退两难，很痛苦。六丫不一样，他独立又有主见，就算结婚，对方也不能左右他的想法。他最喜欢的是三丫，最信任的是六丫，也是因为六丫要走科研之路，不然他一定会培养六丫成为自己的臂膀。谭月想着六丫的性子，田韶对妹妹的了解很透彻。田韶又问起了老爷子的身体状况，知道他最近一个来月都没有生病。 顿时放心了。以前他不在乎谭老爷是死是活，但是经过几次谈话，他明白谭兴国兄弟为何不敢惹他生气了。他就是田家的定海神针，有他在，再大的风浪谭家都不怕。谭月犹豫了下，说：“前两天我去看老爷子，正好大哥也在。他跟我说，老爷子自从吃了古老大夫新配的药，身体比以前好了很多。那药主要是我们送的那个药材，他们只是为了表孝心，这才送了一颗六十年份的野人参。” 没想到起这么大的作用。不过谭兴国特意跟谭月说这件事，明显是话里有话了。第一千零二十七章漫画开拍。如田少所猜测的那般，谭兴国特意跟谭月说这件事是有原因的。他问过要顾老爷子，然后知道了那颗人参配制出来的药只能够谭老爷子吃四个月，而这个药若是能坚持吃一年，能让老爷子接下来的五年稳稳妥妥的。田少听完没说话，谭月小声说：“顾老爷子还说了。” 若用百年以上的药材，配置出来的药效果会更好。大哥托人去买，但大概是买不住了。谭兴国打听到胡老爷子去东北收购了很多的药材，就他对田勺的了解，会送老爷六十年份的野人参，手里一定还有更好的。虽然这有惦记弟媳妇东西的嫌疑，但涉及到老爷子的身体，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。田韶也没拒绝，只是说这是等我回来再说。好。 两人聊了快一个小时，才挂了电话。吃过饭，去二金院陪胡老爷子下了一盘棋，然后又回前院锻炼了半个多小时后，才进屋冲澡上床。躺床上，谭月看住旁边床是口空的，心里也空落的。好在人比较疲倦，很快就睡下了。第二天，田韶去医院为三魁办了出院手术，又买了一大堆的营养品给他，再三叮嘱要赶紧给李大舅他们打电话，然后才折返回了港城。回到别墅。 田韶就打电话给邢少辉道谢，我弟已经没有大碍，今日出院了，没事就好。田韶说，邢叔，你上次不是想将龙珠拍成动画片吗？这次我又托人买了三台摄影机，这个计划可以启动了、啊。邢少辉大喜，但很快又迟疑起来了。可是现在由齐胜跟金美在拍古川第二部，这七龙珠的动画谁来拍？田韶笑着说，古川第二部的拍摄。 我准备让副导演林森来，林森导演从事动画事业多年，以前也拍过好几部动画片。另外，古川第一部他也都全部参与。我来之前，由齐胜还对林森导演，我相信交给他应该没问题。邢少辉说，可那边的漫画师配合古川的拍摄，我们的人手也不够啊。这动画片现在完全靠手绘，没有足够的有经验的漫画师是不行的。在港城从事这方面专业的很少，想大量招募有些难度。田少笑着说。 内地不止精美一家制片厂，还有魔都制片厂呢。龙珠，我想跟魔都制片厂合作。现在内地想要赚外汇，而这也是学习先进技术的一个机会，他们肯定会答应的。邢少辉高兴的不行，若这样的话，那就太好了。小勺，不说了，我去找黄总编商议这件事，尽快将剧本写出来，好甜少演。打电话给林志杰，跟他说了要筹拍七龙珠的动画片。 让他做好准备，毕竟名义上是他做投资，许多事要他出面的。林志杰应下后，又与田韶说了一件事：唐诗影视公司要出拍一部动作片。我看了前面的内容，拍好了一定赚的动画片的事，除了出钱、跟做调度，其他插不上手。但他也不愿这么混住，就想找点事做。田韶说：“唐泽宇没找我投资，这事就不要想了。”林志杰有些失落。田韶笑着说。 不过我这次去度假得到新的灵感，现在正在写剧情，等写好了我给你看，到时候可以改编为电影。林志杰一听就精神了，问道：“老板，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故事？”田韶说：“就是一个畅销女作者，突然发现自己得了绝症，并且时日不多。她并没住院治疗，而是将自己想做却一直都没去做的事列成清单，然后她要在闭眼之前完成清单的。所以列的是。”朱志杰大惊小怪：“老板，你没事吧？” 只是小说，你不要将其带入，那就好。田韶的这个故事，就是这位女作者先是跟隔阂了十多年的母亲和解，然后跟喜欢的男人表白，在母亲与爱人的陪同下去旅游，在将清单上所列的事都完成后，没有遗憾的在美女的沙滩上闭了眼。林志杰听完后发出灵魂拷问：老板，这位女主人还没给母亲养老送终，还没跟爱人结婚生子，就这样去了，这还叫没遗憾？ 人生本就不完美，有遗憾也是一种完美。林志杰知道自己辩不过田韶，他说：“老板，这电影是个悲剧，现在观众都喜欢看喜剧，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改下来，改成女主角将账单上的事都完成后，发现是医院误诊，他并没得绝症。”田韶想也不想就拒绝了，结局一改，立刻落入俗套了。凄美的结局才更容易打动人，同时也告诉观众要热爱生活，珍惜身边的人。挂了电话。 林志杰叹了一口气，他老婆见状问：“怎么了？接个电话哀叹气的。”林志杰将刚才的事说了下，说完后道：“这看爱情剧都是希望看甜甜蜜蜜、欢欢喜喜的，这悲剧谁乐意看啊？这拍了也要赔钱的。”他老婆听了却是摇头说：“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新颖，而且有深度，只要拍好了，可你当能打动观众大卖的。”林志杰却没这么乐观，觉得还是该劝劝田少。他老婆却阻止了。 你看上次 K 的《夏日之恋》多火啊！电影播出后，那些度假山庄生意都爆满。这爱情片啊，人家 K 比你可懂，你啊乖乖听话就是。若是警匪或帮派方面的骗子，丈夫可以的建议还有价值。这爱情片还是算了。就这直男，按照他的想法拍出来的电影，十有八九会血本无归了。三奎出院休养了两日日后，就打电话回去，将自己受伤的事告诉给了李大舅跟大舅妈。大舅妈当下就急了。 你受伤了，伤在哪呢？严不严重？现在谁在照顾你？三啊，娘这就去收拾东西，明日就跟你爸爸过来照顾你。三魁都插不进去话了，大舅也很担心，不过听三魁说话中气十足，倒不像大舅妈那么着急上火。他将电话从大舅妈手里接过，问道：怎么受伤的？三魁只说遇见了路匪、地痞二流子的事，影下没说，省得他们担心。我已经没事了。 表姐也让我以后不要再跟车，你们放心吧。他知道李大舅很敏锐，多说多错。听到他不再出车以后，就留在羊城，大舅妈这才放心了些。第一千零二十八章盲目的包华茂。九月下旬，铁娘子要访华，这事不仅田韶密切关注，港城的商人也都非常关心。包华茂直接过来与田韶说：“现在大不列颠势头正猛，你真觉得这次我们能占据优势？”田韶说：“主权问题是绝不退让的。” 哪怕是动用武力也在所不惜。国内虽然技术各方面多落后，但我们也有杀伤性的武器。其实那杀伤性的武器主要是震慑作用，并不会真的动用。就如曾经看过的电影里那一句台词所说的：“有剑不用与手中无剑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。”包华茂脸色一变，你是说要是谈不拢会开打？这怎么可以？这要开仗，港城就会变成一片废墟了。他的身家可都在这里了。 要是这儿变成废墟，他也成穷光蛋了。这一刻，包华茂突然也想移民了。田韶看他这个样子，失笑道：“放心吧，打不起来的国内不想打，不列颠要的是利益，两家都不想让港城变成废墟，所以这只会是一场拉锯战。”因为知道谭家的背景，包华茂现在对他的话也信服。港城大部分人还是希望维持现状，不打仗的话，谈判国内占据不了主动位置。包华茂，港城最缺什么？这一问。 包华茂一时之间都回答不上来，田韶轻蔑一笑，说：“港城最缺的是淡水，你说若是国内掐断淡水供应，港城人还会支持大不列颠吗？港城只是个岛屿，因为四面环海，淡水资源极度匮乏。当年面对这项困难，大不列颠并没驻手解决港城居民用水问题，只是强调优先保障他们国家的人的公用。只要国内掐断了淡水供应，什么都不用做，港城就会乱起来。” 包华茂默了默，半晌后说：“许多专家的分析都没你说的透彻。”田韶看住他，说道：“现在有个发财的机会，你要不要一起？”一听说发财，包华茂亮眼就放了光，他迫不及待的说：“什么机会？你说，我一定跟。”知道田韶又去漂亮国，他跟阿才分析很可能是去那边炒股了，不过推断出也没用，手头没那么多的资金可用了、啊。田韶说：“这次谈判。” 肯定是内地占据主动地位的，一旦这个消息传过来，股市肯定震荡，我们可以趁此机会做空赚一笔。包华茂听就一个字，干，不止钱，他还要钱一票大的，为了多筹集资金，不仅将买的股票、债券都卖掉了，另外除公司外，能抵押的他都拿去抵押了，带了一大笔的钱出来。田韶说：“这次你来操作，我将钱打到你的账户。”包华茂求之不得，立刻答应了。 得了消息的唐泽宇很是疑惑，一般抵押跟别墅等家产都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但就他所知，包华茂投资的计划都在赚钱，没有出现资金链断的事情。唐泽宇打电话给包华茂，说：“华茂，现在外头都在传你公司出问题了，怎么回事啊？”在最难的时候，包华茂帮了他，能力之内也会还这份恩情。包华茂笑着说：“我公司没问题，就是最近有朋友弄了新项目。” 我觉得很有前景，就答应了。什么项目？包华茂含糊地说：“宇哥，这个项目比较特殊，还没正式立项之前不好对外说。不过我觉得这项目很有赚头，宇哥，你若是想投，我可以帮你说预知股票会大跌，他们准备做空。这种是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了，能透出这话，已经是看在两人交情的份上了。一听就不靠谱了，唐泽宇自然拒绝了。包华茂也不勉强。” 又说了两句话，就将电话挂掉了。却不想唐泽宇只是开始。接下来一天，他接了不少人的电话，甚至远在澳洲的保姆都打了电话来。傍晚，包华茂到田勺的别墅，坐在沙发上，烦躁的扭动着脖之间的领带。田勺本来在画漫画，就是之前跟林志杰说的剧情，听到阿香说他来了，这才下楼。看他这样子，问道：“跟女朋友吵架了？这般烦躁的包华茂才不会为女朋友烦躁。”他说：“别提。” 了，今天接了一天的电话，都在问我是不是公司出问题了。朋友好歹还会关心两句，宇哥他们还问是否需要帮忙，我嫂子呢，得了消息就打电话来，要我将我妈咪那五千万转他们保管。说这里，他直接爆粗话，我妈咪离婚分到的财产，除了这五千万，其他都给了他们夫妻，却不想连这五千万他们也日夜惦记着。田勺觉得很正常，没人会嫌钱多，更何况这还是五千万。 包华茂一脸厌恶的说：“说什么帮妈咪保管，这钱到了他的手还能拿得出来？你是不知道，从我妈咪去澳洲到现在，他都没带孩子去看过一次，还是我妈咪实在想孙子了，年底自己飞回来，就这钻钱眼里的德行，这钱要真给了他，一分钱都要不回来了。你妈咪怎么说？”听到这话，包华茂神色缓和了下来。我妈咪以为我公司出了问题，很担心，知道我是碰到好项目拿去投资，只叮嘱我注意身体。 说钱是赚不完的，在包母心中，儿子的健康比钱更重要。田少觉得他没长歪，更没成为纨绔子，都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好母亲。你当初承诺过，你妈咪离婚分得的财产你不要一分钱，现在你拿了这五千万，对你嫂子来说就是你不信守诺言。我知道你是信不过他们，等钱完这一单，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将这五千万还给你妈咪。你担心他保不住这笔钱，留下一小部分放银行吃利息。 其他的买几只有发展前景的股票，股票可以记在你名下，每年分红给你妈咪用。这事做了公证，我相信你嫂子在挑你的理，传出去被人只会说他贪心不足，得了那么多的财产，连老人的养老钱都惦记，可不是贪心吗？包华茂觉得这主意好，随口问道：“那你觉得那些公司发展前景好吗？”田勺没有给意见，这事包华茂自己都可以做出好的选择，所以不会多这个嘴。他故意说。 你问我啊，那肯定是韶华公司发展前景是最好的。包华茂知道他在开玩笑，韶华漫画公司都还没上市，想买股票也买不住。第一千零二十九章又赚一笔。包华茂虽然信任田韶，但当将抵押所得的钱都投进去后，心还是悬着。直到看报纸，上面刊登着铁娘子摔跤的画面，他顿时激动了。电话一拨通，包华茂就问道：“田韶，你看报纸了吗？”包少。 我家老板正在跟唐太太在后花园喝下午茶，你稍等一会。田勺回客厅接了他的电话，听到他的话，笑着道：“看了，怎么了？”包华茂说：“股市打震荡啊，许多股票现在都在跌，我们买的是跌。”田勺，我们这次又赚了。说这话的时候特别的兴奋。田勺就知道是这件事，若不是远景当着戴玉英的面讲了这事，他都不会来接这电话。这事等明日再说。你还有其他事吗？ 没有我就挂了，余英姐还在等我。包华茂没想到他这般淡定，不过想着炒期货的时的情形，也就释然了。因为这次就算赚，赚的也不可能有那么多。回到后花园，戴玉英等他坐下后就说道：“华茂这两年势头很猛，投资的几个项目赚了不少的钱。现在众人提起他都夸，听说他准备参加明年杰出青年企业家的评选。”田少很清楚，所谓的评选其实就是走过场。 只要他不闹出什么丑闻或突然破产，基本上就能选上，那是好事。等他来了，我得恭喜他了。戴玉英试探性地问：“安娜，不知道你丈夫做什么的？”田韶笑着说：“他对做生意没兴趣，只对查案破案有兴趣。有时候为了查案子，一两个月都不回家的。从入行到现在，抓了很多穷凶极恶的犯人，立了不少功。”戴玉英惊讶不已。她从丈夫那儿知道田韶丈夫在政府部门工作，却没。 想到竟是抓捕罪犯的警察，这工作很危险，你就不劝劝吗？田韶摇头说，这是他喜欢做的事，也是他愿意为之奉献一生的职业。若是因为我放弃，转而前他不喜欢的工作，我也舍不得。戴玉英听到这话，垂下了眼帘。她当初的梦想是成为建筑师，可惜身边的都说女孩子学这个行业不好。后来她想学工商管理，父母说她是女人以后相夫教子就好。 最后，大学系选了个文学专业，说有文化底蕴，以后也好教导孩子。想到自己，戴玉英感叹道：“你先生真幸运，娶了你这么善解人意的妻子。”田韶笑住说：“我也很幸运，当初所有人都反对我来港城开漫画公司，只有他全力支持我，因为不放心我一个人来港城，还特地陪住我来。这几年其实碰到了不少的危险，都是他护着我，让我能心无旁骛的干事业。看他说话时，眼都在光。” 戴玉英心里又酸又涩，别人都羡慕她夫妻恩爱，儿女聪明贴心，但这一切都是面上光。真正的恩爱夫妻应该是田韶跟她丈夫这样，尊重对方，支持对方。戴玉英说：“这么好的男人，你可要守好，别让外头的狐狸精钻了空子。”田韶笑着摇摇头道：“这个不会，他对感情很迟钝的，只对破案感兴趣。女人在眼里还没一个案子来的有趣，我当年也是费了好大的劲。” 才将他追到手，他叔叔说，若不是我，他这辈子铁定要光棍的。更羡慕了。田少转移了话题，问道：“余英姐，我上次跟你说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”戴于英摇头说：“我家三宝现在还离不开我，就算要出来做事，我也要等明年他上幼稚园再说。”田少表示理解，因为他以后准备将孩子带到上小学，当然，他不会放下手边的工作，而是两头并进。你可以先收集资料。 看看你更喜欢或擅长哪个项目，这样等孩子上幼稚园就可以助手做了。戴玉英有些心动，半晌后笑着说：“行，我回去找人收集下相关的资料。”安娜，咱可说好了，到时候你可一定要投资啊！田少主动提出来的也不会自打嘴巴，笑着应了。玩具、衣服、奶粉、尿不湿这些以后是每个小家庭必备的东西，肯定赚钱了，而创立了自己的品牌，也不会到时候都被外来货抢占了市场。 喝完下午茶，戴玉英回去了。他前脚到家，后脚唐泽宇就回来了。他将皮带接下来丢在沙发上，阴沉着脸坐下来打电话。戴玉英端了一杯茶放他身边，等他挂了电话后说道：“怎么了？公司的股票跟我买的那些股票全都跌了，跌幅很大。就今日的跌幅，他就损失了两千多万。明日要继续跌，损失将更大。”戴玉英脸色微变，他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。 急忙问道：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唐泽宇将事情的起因说了。说完后道：“明日再继续跌，损失得大几千万。”戴玉英宽慰道：“你别急，像这种波动应该只是短时，股票很快会恢复过来的。”唐泽宇听到这话，脑海不由浮现出包华茂之前说的那些话。他打了个机灵，若包华茂说的都应验了，那他的股票至少要缩水三分之一了。想到这里。 唐泽宇立刻打电话给包华茂，打去公司没人接，打去家里，阿聪说他正在睡觉。唐泽宇问：“股票全都跌了，你家老板怎么还睡得住？”阿聪心道：“老板就是知道股票都跌了，才放心的去睡了。”他委婉的提醒唐老板：“我家老板为投资新项目，将股票都卖掉了。”唐泽宇这才想起这一茬，所以股票就算跌到谷底，包华茂也没损失了。田韶跟包华茂这次在股市又赚了一大笔。 利润百分之四十多，田韶投了十二亿，扣掉手续费跟税，赚了近五个亿。而包华茂筹到了三点八亿，到手一点五亿出头。包华茂有些遗憾的说，早知道我将公司抵了，也能带出来一个亿了。田韶觉得他这个想法很危险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悔像这次就算赌输了，你也还有公司，可若连公司都输了，不仅你自己落魄了。 还得连累你妈咪后半辈子看你大嫂的脸色过活。包华茂感谢他的提醒，笑着说：“我只是这么一说，不会将身家都投进去。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这个道理他很小就知道了。”第一千零三十章投资有道。包华茂知道田韶不投资，问他这笔钱是否继续放银行。若是不放银行，可以寄给其他人，利息比银行高很多。怕田韶误会，包华茂解释道：“我的意思是可以拆借。” 就急几天的时间，那些人就是短时间内继续用钱，过几日前到账就会归还的拆借。因为急的时间短，所以利息很高。许多公司喜欢跟私人拆借，速度又快，不会有影响公司的消息传出。若去银行，速度慢不说，还有外泄的可能。田韶摇头拒绝，说：“我这钱不会放银行的，准备全部买股票。”包华猫纳闷的问：“你不是说港城未来几年市场会不景气？”说完这话。 包华茂突然反应过来，你的意思是买外国人的股票？你买什么股票？我跟你一起买，田少也没瞒着他，说我觉得樱花国最近的发展势头很好，选了十多家公司，准备买他们的股票。你若是有闲钱，也可以买点。想着樱花国房价节节攀升，田少又继续说道，你在那里有朋友吗？咱们可以去那里炒一波房产，利润应该会比较可观。包华茂一听就乐了，说道，有。 我有个堂姑，现在就在樱花国定居，他儿子就做的房地产生意。你既看好樱花国的房地产，咱们可以投资啊。家族大就是好啊，各地都有亲戚，做什么都方便。当初选包华茂作为合作伙伴，是个再正确不过的决定。田韶摇头说：“只买股票跟房子，不投资房地产公司里面的水太深，我不了解，不敢投。”包华茂明白他的顾虑，笑着说：“这个不急，我先去樱花国考察，若是有好的专案，咱们就投资。” 没有的话，就选些地段好、配套设置齐全的买，多买些租出去也不错，租金只是零头，大头在房产升值。田勺留下了两个亿资金做备用，其他的都买了股票，然后将手头的事安排了下，就回了内地。出来四个多月，他现在是归心似箭了。在他离开之前，包华茂送了他两条火腿跟两盒鱼子酱。这火腿我托朋友买的，带回去跟你老公一起吃。这鱼子酱，带你在路上吃它也没办法。 奢侈品跟豪车等东西田韶不收，只收吃的，所以他只能想办法弄来这些顶级食材来哄小祖宗高兴了，这样以后才会带他玩。田韶道了一声谢后，笑着说：“你也不要一天二十四小时，十六个小时都在工作，我们赚钱是为的什么？是为了好好享受生活。这段时间忙的不行，包华茂也想放松下。等我将手头的事做完，我到时候带我妈咪去威尼斯游玩。可惜你要回内地。” 不然可以一起去，田韶才不会跟他去旅游。我要去也只会跟小柔姐去。你啊，带你妈咪跟女朋友好好玩了。对了，多拍些风景照，等我回来看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。天，韶现在也不确定。他笑着说：“饭店什么时候动工？确定了，到阳城的时候打电话给我。晚上的时候。”远景提醒田韶道：“老板，你奶粉没买？”他对田韶家里的事很了解。 田二丫两个孩子，一个两岁多，一个一岁多，正是吃奶粉的年龄。需要做的事，田勺都记下来。他摇头道：“不用，以后他们自己买。”见不是忘记。袁景也就没再说了。第二天清早，田勺就坐车回了内地，然后搭了下午回四九城的火车。武刚有些好奇的问道：“袁哥，我记得咱老板以前每次回到阳城都会寄一大堆东西回去，怎么这次什么都没寄啊？”袁景觉得他问题太多了。 说道：“老板的表弟不是在服装厂，要什么直接让他寄就好了。老板已经很忙了，这些琐事身边的人做就好。”武刚点点头，觉得是这个道理。田少走后的第二天，包华茂就将拿去抵押的股票、别墅、游艇都赎回来了。这么大的动作，自然是瞒不过有心人。唐泽宇得了讯息，立刻打电话询问华茂：“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计划是什么？这才十天，你就将东西都赎回来了？” 要知道包华茂之前还邀他一起投资呢，看包华茂的动作，分明是赚了。这次做空那些股票，包华茂并没刻意隐瞒消息。田韶的身份特殊，不想让太多人的人知道，但包华茂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投资有道，因为这证明他有眼光。那许多人会主动与他结交人脉，扩宽了以后，赚钱的机会就更多。包华茂笑着说：“我透过报纸分析，觉得股票会跌，所以就筹钱来买跌，其实就是一场豪赌。” 好在我赌赢，唐泽宇再也没想到他竟赌这么大，问道：“那你赚了多少？一亿。”唐泽宇想着自己亏了六千多万，不由肉疼起来。若是当初跟住包华茂卖空，怎么住也能赚几千万了。想到这里，唐泽宇说：“华茂，这次是我的错，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，可别忘记兄弟了。”包华茂还想与他一直做地产生意，笑着说道：“宇哥，我觉得樱花国未来几年经济会很不错。” 打算去那里做点投资，你若是有兴趣，咱们可以一起。都说了看好樱花国的经济，若是有心，肯定会买发展良好的企业的股票。有些事情透了消息就是人情，不可能将饭喂到你嘴里。唐泽宇这次应下了，拍了下包华茂的肩膀，说道：“行，有好的投资项目跟兄弟说一声啊。”包华灿的消息要晚些，过了两天才知道这事，然后也打电话给包华茂。华茂，你既提前得了消息。 为何不告知我一声呢？华茂，咱们是兄弟。包华茂之前忍住没发怒，这次却控制不住了。你老婆听到我抵押房子跟股票，一通电话打过来就骂，还张口就要妈咪的五千万。嫂嫂包华茂懒得跟他争辩，说那五千万我会拿去给妈咪买几只股票，每年的分红就给妈咪做生活费。你放心，我会做个公证。若是出意外，这些股票都会转到妈咪名下。好了。 以后没什么事，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了。话一落，啪的将电话挂掉了。第一千零三十一章烛光晚餐。田勺回到家，洗完澡，换上厚厚的大棉袄，瞬间从时尚摩登女郎变成臃肿大姐。在她吹头发的时候，三丫进来看到她这穿着，暗笑。姐，晚上你想吃什么？家里有什么肉菜？三丫知道她喜欢吃肉，笑着道：我今天买了五斤排骨跟两斤牛肉。 正巧好大哥中午帮着买了十斤羊肉送过来，家里还有很多蔬菜，我们晚上可以涮羊肉吃。现在大家还是喜欢肥肉，其次是瘦肉，排骨没人要，所以三丫想吃排骨都能买到。不过若不是找熟人提前交代，排骨上都没肉，只能炖汤喝。田勺一听，眼睛立刻亮了，说：“涮羊肉还是要去外头吃，家里料不行，做出来的不好吃。家里有番茄吗？”听到又番茄，田勺当即拟定菜单。 番茄炖牛腩、蒸火腿、海鲜什锦，许久没吃蛋煎饼，田少有些想吃了，就自己下厨弄。五点多，谭月还没回来，胡老爷又上了年岁，饿不得，于是田少分了菜，让他们先吃，自己一个人等。天都黑了，谭月还没回来，田少想了一下，就在屋子里布置起来。听到熟悉的脚步声，他赶紧出去。谭月看到田少，又惊又喜，直接上前将人抱了起来，亲了一口后问道。 你回来怎么不提前给我打电话？腊月从永宁县回来，三丫就搬去二进院的东厢房住了。倒不是田勺要求，而是李桂花叮嘱的。三丫毕竟是个大姑娘，可不想被田勺给影响了。田勺笑嘻嘻的搂着她的脖子，笑着说：“想给你一个惊喜啊。”谭月颔首，确实是个惊喜。到了堂屋，田勺将他的围巾拿下来。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晚啊？这都七点半了。谭月说。 有个案子一直破不了，上头又催得急，算了，不说这些扫兴的事。田少也没继续追问，笑着说：“到家就不要想什么案子了，我今日给你准备了几个好菜，现在还放锅里热煮，我去给你端。”一走就是四个月，心里有些内疚，就想好好表现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把菜都端来放在桌上。田少笑住道：“我带了一瓶红酒回来，谭月，咱们今天来吃顿烛光晚餐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看过猪跑。” 谭月满脸笑意的应了。谭月负责点蜡烛，田韶拿了酒杯过来，到他有些遗憾的说：“可惜没有做足准备，等下次从港城带回一套酒具来。”谭月笑着道：“不用，周日我陪你去友谊商店买。”田韶一听就摆手拒绝了：“友谊商店的酒具不好，还是港城那边买的好，精致又漂亮，用来盛红酒看住都赏心悦目。好买东西这种事，谭月从不干涉田韶。” 再贵都不说，田少小小的抿了一口，瞬间嘴里满是果香味。他微微点头说道：“好喝。”谭月喝了一口，这哪是酒，分明是果汁。田少也没纠正他，对习惯了喝浓度高酒的人来，确实就是果汁差不多。你吃一口这火腿，很相配的。谭月看住跟纸片一样的火腿，一看就知道是田少切的。吃了一口后，他赞叹道：“这火腿好吃，哪里买的？”田少笑着说。 包华茂从国外买的，送了我两条，一条十多斤。这火腿可不一般，从制作到完成需要两到三年，工序非常复杂漫长，也难为包华茂想方设法购买这些顶尖食材了，那一定很贵。田少点头道：“是比较贵，我不收他的礼物。他现在改送食材了，这段时间在港城送了不少顶尖食材来，什么鱼子酱、神户牛肉、大龙虾等等。”谭月听就问道：“怎么，你又带他发财了？” 田韶笑得不行，还真是了解包华茂啊。嗯，前不久两家不是谈判吗？我觉得这次谈判，我们一定能打击对方的气焰。不过对港股来说，却不是个好消息的，到时应该会跌。于是我就将手头的钱都拿来买跌了，真跌了。田韶问了一声道：“跌了，跌的幅度还很大。”哎，说起来，港城不少有钱人对港城前景不乐观，都选择移民。包华茂鼓动许多人来内地投资，大部分都很排斥。 主要是内地之前的政策将这些人吓退了，他们害怕自己的财产到时候变成公有的。另外，有些人犯了罪或行走在灰色边缘，之前钻法律漏洞可以逃脱，但若是国内要收回，他们担心到时难逃法网，心虚之下也选择移民。谭月说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不过我相信，以后他们会相信我们的。田少点点头。 张眼睛说起这事，田勺道：“可能是经常绘画、看书，最近视力确实没以前好。看来不用等撑到三十岁，过两年就得近视了。”谭月说：“那以后晚上不要看书了，也尽量不要在晚上画漫画了。不看书还行，不画漫画比较难。有时候灵感来了，若是打断，很难找着状态。”谭月舍不得他这么辛苦，没状态就少写一本了。这些年你已经很拼了，打下这么好的基础。 不重要的事就交给下面的年轻人。田韶哭笑不得，他今年也才二十三岁，怎么就归到中年里去了？不过他知道谭月嘴拙，也不跟他计较。那位顾老大夫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我还特意询问了他，他说若是有超过百年份的野人参，一根完整的参制的药丸可以吃半年多。田韶心头一松，说道：“我这儿正好有一颗一百三十年份的参，按照他说的话配置八个月的药丸，应该没问题了。” 应该差不多了，我明日再去问问。田韶觉得没必要去问，既要送，那就没必要拖泥带水。明日将那颗一百三十年份的参送去吧。若是还少了，咱们去东北收，出高价总有人舍得卖的。让他拿出另外两颗年份更长的参，别说胡老爷子了，就是他都舍不得了这两颗参。其中一颗是他留给自己跟谭月用的。第一千零三十二章心态的转变。 田韶第二天与谭月一起去找给谭老爷子调理身体的顾老大夫，这位顾老大夫可是国手，一般人想找他看病都找不住。将带来的人参递给他，田韶说：“这是我家最后一颗野人参了，若是还不够，我们再想办法弄一颗来。”顾老先生将盒子打开，看到里面完整的人参，很满意地点头道：“三个月前，你们大哥送了一颗五十年份的人参来，不过这人参只有上百年的药效才是最好的。” 你家老爷子有福气，儿孙都这么孝顺。五六十年的人参费心找也能找着，但上百年的确实可遇不可求，就算有，大家都藏着捏着，除非山穷水尽不会拿出来。毕竟这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。田韶笑着说：“老话说得好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有福气的是我们才对。之前没觉得，摄入越深越心惊，像他这种肥羊。” 若是没老爷保住，不知道哪日就被宰了吃。所以老爷现在得好好的，至少等谭家三兄弟羽翼都丰了才行。顾老爷以前觉得谭老爷子眼光好，挑了白初荣这么好的媳妇。现在看来，老三这媳妇也是个明白人，相对其他儿孙不成器的。谭老爷实在太有福了。两人送完人参后，谭月坐公车去单位上班，田韶则去了工作室，他的最后的三十八天，漫画已经完稿，下个月开始刊登。 田韶没想到，到了工作室得了个意外之喜。方舟根据他今年新出的漫画《未来者》得到灵感，以未来主角主角在末世的背景构思了一本新的漫画，叫做《未来战士》。田韶先看的是故事情节，发现就集用了《未来者》的背景，故事内容与他的漫画书并没有共同点。他的男主角回到过去，劝诫人们爱护自然、保护环境，而方舟的这本漫画的男主人与恶劣环境做斗争。 最终排除万难，战胜了恶劣的环境，成为新世纪的创世主。看完以后，田少很欣慰，教了这么多年，这孩子终于出师了，先夸赞了两句，然后又指出这漫画的不足。方舟，你这漫画的男主角设定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，那他前期是比较弱的，在那样的环境下，弱者想要生存就得收敛锋芒，所以你的男主角在没强大之前要懂得藏拙。 不然没等成长起来就被人弄死了。身处的环境越残酷，没保护自己实力之前，形势就得低调。像他当年先考纺织厂贴补家用，都只能偷偷摸摸卖设计稿。方舟忙将田韶提醒都记录下来，然后仰头问道：“老师，还有吗？”田韶又指出了几个小问题，然后道：“暂时就这些了，后面的剧情要好好琢磨。”方舟，好故事才是漫画的根基。方舟很认真的点头说。 老师，我知道的。得了指点的方舟，迫不及待的回工位上去修改了。娄子鱼笑着问总编：“这次去港城可有什么收获？”田韶笑着说：“有啊，完成了一本爱情漫画，下个月刊登，然后拍电影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构思了一本新的漫画。所以说还是要旅游，这一旅游就有灵感了。天天关在家里，哪能想到新鲜的东西？所以他决定以后每年都会去旅游一次。” 马上都要刊登的漫画，那都是成品，没什么好问的。娄子玉没问，那这新的漫画是什么题材？田韶说，漫画背景还是黑帮，所以我准备交给港城那边的漫画师来创作。你们的工作量本来就很大，不宜再给你们增加压力了。娄子玉也知道黑帮题材他们写不来，毕竟黑帮在内地根本不存在的。不过想着最近的治安，他又有些忧心起来。想到这里，娄子鱼说，总编，我们房东的女儿。 前些日子下夜班被人尾随，好在我们回去的路上碰到了，不然就危险了。工作室这里还好，因为租的房子是挨着的，员工上下班都是一起，就算上夜班，有十来男同志跟住，女同志还是很安全的。但独身女子晚上外出就很危险了。田勺对此也无能为力，确切的说就是谭月都没办法，所以他还是那句话，上头不会坐视不理的，很快就会整治的。在此之前。 咱们晚上尽量不要出去。娄子玉也相信上头会整治，只是希望早一天到来，不然他每天都提着心。毕竟他媳妇身体不好，孩子一高中，一所中学，两个上小学。田韶看出他的担忧，说：“你若是不放心家里，就请你老丈人或就兄弟过去住一段时间，有男人在家，那些人也不敢打主意。”娄子玉点头道：“不，晚点些就拍电报回去，让我老丈人跟丈母娘到家住一段时间。” 至于舅兄，都有家有口，也不好麻烦他们老丈人。虽然五十八了，但身体硬朗，住过去可以给妻儿壮壮胆。田勺重提之前的话题，问道：“去港城的事，你媳妇同意了吗？”娄子瑜有些犹豫，说：“我媳妇听说去羊城上班能拿双倍工资，当下就同意了。只是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不放心。”“不急的，等你什么时候确定好了再跟我说。”“谢谢总编。”下午的时候。 白初荣送了三斤新鲜的牛肉到小红楼，老爷子最爱吃牛肉羹跟马铃薯炖牛肉了，只要买到先给他送来。谭老爷看到他后很是高兴，说了一句你们有心了。白初荣有些诧异，问道：“爸，老三也送东西来了？”谭老爷子笑着说：“老三媳妇昨日下午回来了，今天一早就跟谭月给老顾送去颗一百三十多年的老顾，老顾说等药配置好了，让我先吃新配置的药。” 他高兴的不是那颗老参，而是田勺的态度。一回来就给老顾送去人参，显然是担心他的身体了。白初荣笑着说：“小勺回来了，我还不知道呢。”谭老爷子说：“我刚跟屈延说了，让他周日买几个好菜，到时候你跟兴国、老三跟他媳妇都会来吃饭。”白初荣摇头说：“爸，兴国最近很忙，他可能来不了。没事，吃饭之前赶到就行。让谭兴国一整天留在家里不行。” 毕竟最近事情太多，但腾出两个多小时回来陪老父亲吃饭还是可以的。第一千零三十三章田家村的规则。田勺回到四九成就忙开了。古川拍了第一部，大家轻车熟路的，所以第二部速度很快，不到三个月就拍完了。现在已经完成后续的工作，成片送去了港城又要卖了。古川第一部在港城无限播放，选在下午五点多的时间，这时候正是孩子放学回家的时间，大人看这部卡通主讲破案。 内容有趣不血腥，大部分都不阻止了。没想到很受小孩的喜欢。播了三天以后，收视率就排到电视台第四。等第一部播放完了，还有人打电话要求重播，简于太受欢迎，就放到其他频道继续播了。所以第二部成片出来，无限得了消息就立刻买了。相对古川来说，《七龙珠》就要难上许多，加上由齐胜精益求精，所以进度很慢。也幸亏投资人就是田少本人，不然每天这钱跟水一样花出去。 专案都要半途夭折了。晚上回家，田勺接到白初荣的电话，说老爷子想周日聚餐。他笑着说：“周日聚不了，后日我要去魔都一趟，那边的动画进展太慢，我得去催一催谈。”谭月最近在查一个案子，每天都回来的很晚，周日可能也不会休息。白初荣有些遗憾的说：“那等你们有空再聚。”好。白初荣问道：“小勺，你送我的这套保养品多少钱？等下次见面，我将钱给你。” 田韶委婉拒绝，笑着说：“这套是我送嫂子你用的，若是你用的好，还想再买，到时候再给我钱。看住包装很贵，我可用不起。”田韶知道他比较节约，也不敢给他挑太贵的。一整套是八十八，嫂子，一套下来能用三四个月，平均下来每个月二十多块钱，嫂子，我觉得这个价格你是消费得起的。”白初荣有些不信，说：“你不要骗我了，百货大楼卖的那护肤品包装都没这么好。” 也是港城进的货，那都要一百八十八，你这个肯定两百往上了。田少也没骗他，说道，原价是一百一十的，不过我有贵宾卡可以打八折。至于说百货楼卖，正规通路进货要交税，另外商家也要赚钱，肯定比港城那边贵多了。就像那些奢侈品跟豪车，本国买跟关税高的国家，价格相差两倍都不是什么稀罕事。白初荣听到这话也有些心动，那行，我就试一试。 若是用的好，你再帮我带八十八还行。若是两百多的，他就不用了。这护肤品换来换去的不习惯，也是周四说他自用了田勺帮忙买的保养品，皮肤比以前好了许多，他才心动。好，过了一日，田勺就火车去了魔都。周日的时候，武正清过来找三丫，两人先去看了电影，然后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与三丫说想腊月带他去西北见父母。三丫摇头说在我们家。 婚前是不能去男方家里住的。我若跟你去西北，我爹娘会打断我的腿。武正清有些傻眼，你们那儿怎么还有这种风俗？三丫解释，二十年前有个女孩成亲前在男方家住了一个晚上。 三丫不好意思道：“武大哥，我们那的规矩就这样，我也不能破了这规矩。希望你能跟伯父伯母解释。”武正清趁机说道：“三丫，规矩我们自然要遵守，只是咱们也谈了这么久，你看是不是该将婚事定下来？”他知道田家村的规矩是下定亲，然后再结婚。他原本的打算是先带三女孩去西北，然后年后再与他娘到田家村提亲。不过田家村那边有这样的规则，只能改变计划了。今年三丫已经满十九岁了。 明年就到法定结婚年龄，就可以结婚了。他妈想抱孙子都想疯了，还是早点结婚的好。三丫脸涨得通红，这事得问我爹娘，问我没用。武正清笑着说：“那你打电话问下叔叔阿姨，看看什么时候方便，到时候我跟我娘一起去你们家提亲。”三丫红住脸应下了。第二天，他就打电话到纺织厂，与二丫说：“二姐，你请爹给我回个电话，我有事要跟他说。什么事啊？跟我说。” 我转告，跟爹，三丫结结巴巴的说，就是就是武大哥问家里什么时候方便，他跟武伯母到家里来提亲，二丫很高兴，说中午回家，我帮你问爹娘。他昨日还跟李桂花念叨，说三丫跟武正清谈了这么久，怎么还不来提亲，很担心会有什么变故。他这一念叨，弄得李桂花心里惴惴不安，还说要打电话问三丫，不过被田大林拒绝了。 说哪有女方去催男方的，显得他们迫不及待似的。那就麻烦二姐了。二丫笑着说自家姊妹不用这么客气，然后随口一问三丫，大子都去阳城这么久了，还没说什么时候回去吗？三丫啊了一声，大姐上周一就回来了，不过前两日又去了魔都。听到这话，二丫迫不及待的问道，那大姐有没有给点点跟牛牛寄奶粉？家里的奶粉七月就吃完了。 现在点点在喝鲜奶，牛牛吃的袋装奶粉，只是两孩子都不喜欢吃这事。他之前跟三丫说了，叮嘱他说等田勺打电话回来，要将这事告诉田勺。三丫默了默，说：“我问了高大哥，他说大姐这次回来没买奶粉去，去年二丫跟所住的事彻底惹恼了田勺。回四九城后，每次聊起二丫夫妻，田勺都会转移话题。这种情况下，直接去询问田勺是否买了奶粉，那他真是没脑子。” 所以就问了高友良。二丫之前还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，觉得田勺不至于跟两个孩子过不去。事实证明，田勺真的厌了他，连带住两个孩子也不管了。第一千零三十四章摊位。中午，二丫回家将武正清想腊月来提亲这事告诉给了田大林夫妻。爸爸、娘，三丫说，若是你们同意，武家人会在腊月初过来提亲礼。桂花正担心这门婚事告吹，哪有不同意的？大林。 你等会给三丫回个电话，就说我们同意了。他们来之前告诉我们就行。上门提亲没那么多讲究，诚心诚意就好。田大林也很高兴，说：“行，我吃过饭就去邮局给三丫电话。”三丫在家里做活，接电话方便，也是田勺在家里安装电话以后，有什么事都不用拍电报，直接打电话了。吃过饭，田大林就去邮局回电话了。二丫犹豫了下，进了厨房，与李桂花说道：“娘。” 你能不能跟大姐说一声，让她再帮我买下奶粉？奶粉钱我们自己出。之前从李桂花口中得知，田勺。但他又不认识港城的人，只能前急了。李桂花说，你大子先后给你们买了四十八罐奶粉，一罐我给你算二十五，那你先将前面的一千二百块钱付清了。至于你大姐的衣服跟玩具， 是他这个大姨的一片心意就不算钱了。二丫一听，立刻说：“娘，这些奶粉都是大子的一片心意，你算什么钱呢？”李桂花看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是，这些奶粉是你大子的一片心意。那这些年，你为你大子做过什么？”二丫不敢吱声了。李桂花恨铁不成钢的说：“三丫帮你大子洗衣煮饭，还会给大丫做些衣服；四丫跟五丫会对大丫嘘寒问暖，还会为他捶背捏肩膀。” 六丫总想早点参加工作，担起家里的事，不让你大姐操心你呢，就觉得你大姐厉害，能赚钱，从没想过为她做点什么错了。你不仅没给你大姐做过任何事，你总给她添堵，何止给大丫添堵，还给他们夫妻添。只是有什么办法，这是他们亲生的，而且还留在家里遭罪，再多的不满也只能忍了。二丫垂住头说：“娘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牛牛都不习惯吃我买的奶粉，娘。” 就可怜可怜孩子，跟大姐说下吧。顿了下，他又说道：“你觉得那钱该给大姐，那就给。”李桂花却不愿开这个口，她说：“吃不习惯就断掉，多少孩子吃奶到一岁就断了，然后吃饭就是你们姊妹五个也是这么长大的。牛牛现在还有奶粉吃，已经很好了，你就别要求那么多了，你自己有条件给孩子吃，什么都行。结果自己作妖，让孩子没奶粉喝，能怪谁？还让他跟大丫说。” 他哪有脸开口？二丫垂住头，没再说了。过了两日，相父特意找了田大林，告诉他们说县城已经确定要盖农夫市集，若是有意向，早点去找人定摊位，越早去能要到的摊位越好。去年田少跟谭月结婚，相父里带着儿子向成义也来喝了喜酒。年后，田少与谭月也去他家拜年了。田大林夫妻还在永宁县，跟他们处好关系，有事也能照佛两老。当然。 二丫夫妻有事找他们，能力范围内的人家一定帮忙。回家后，田大林就与李桂花说了这件事。大丫之前特意叮嘱，说若是有摊位一定要买，有钱就多买几个，就算不自己用，租给别人也很好。大丫说的肯定没错，你明天去找人，赶紧将这事定下来。田大林点点头道：“正好张老师的爱人管住这事，我明日找下张老师。不过桂花，这摊位买下后，我想记在咱们名下。” 李桂花一听就明白，彭有才的事后让丈夫对女婿有了隔阂。她劝说彭家的事，锁珠跟二丫也知道错了，并且保证以后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。你这样做的话，锁珠心里不舒服，再被有心人挑拨，他会跟我们离心的。田大林却不在乎的说：“他就跟我们离心又如何？反正我又不要他养老，等我退休，咱们就去四九城。之前指望二丫跟聂锁珠养老，他做任何。” 是之前都会考虑聂锁住的情绪，但自田韶说了旁边的大宅子是给他们养老的，他就再也没顾虑了。大女儿除了脾气大点，真真的挑不出半点的毛病来。大女婿对他们夫妻也很尊敬，所以他当时就决定去四九城养老了。李桂花有些犹豫：“你真准备退休后就去四九城吗？两孩子都还小，咱们丢下他们去四九城，你放心啊。”这点田大林早就想到了，到时候。 把两孩子带去四九城念书啊！田大林说，四九城的环境好，去那儿念书，孩子将来才能好。两孩子到底是姓田，是咱家的种。求下大丫会帮忙给两孩子找学校的桂花，咱们带着孩子住在旁边，到时候让大丫跟六丫帮助教导，两孩子将来也差不了。别说二丫了，就是他们夫妻也没信心教好两个孩子。他知道田勺跟六丫都忙。 只希望两人闲暇引导下两个孩子就好。李桂花一听，立刻点头答应了。你说的很对，论教孩子还是大丫好。至于六丫，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，就像四丫，这丫头懒得不行，但去了几次四九城，长了见识，又被田勺刺激，也知道只有好好读书，有份工作，将来才有过上好日子。至于五丫，这孩子现在更勤奋，根本不用管。田大林说，所以咱们得将东西都抓在手里。 反正百年后我们都会给两孩子，我想，二丫跟锁柱也没什么好说的。你说的很对。晚上，田大林就与二丫跟聂锁柱说这件事。摊位，我准备买三个，一个自家用，另外两个到时候租出去。聂锁柱又惊又喜。爹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妈，咱们的农夫市集要建了吗？田大林说，已经确定下了，过几日就会动工。咱们要买摊位，得尽快找人定下来，不然晚了就买不到了。 买钱不够，我去借。田大林点头说道：“二丫，锁住这三个摊位，我想记在你娘名下。他身体没妻子好，所以记在妻子名下最稳妥。”对此，夫妻两人都没有意见。锁住表态：“爹，记在你跟娘名下都可以。”田大林见状很欣慰。第一千零三十五章田勺生病。田勺在魔都待了一星期，就回了四九城。南北温差太大，田勺一个没注意，受了凉。 晚上发动了高烧，谭月一下就发现了，摸了下他的额头后，赶紧在抽屉里找退烧药，找了一圈也没照住药，他赶紧去了二进院喊了三丫，他这一喊将胡老爷也惊醒了，胡老爷子穿上衣裳走了出来，问道怎么了这是？谭月很是着急的说，小勺发烧了，满脸通红，我在屋子里没找着没有退烧药，他记得家里是备了点药的，三丫一听忙道。 退烧药放在我之前房间的柜子里了，大子不喜欢看到药，所以就没放在房间里。胡老爷子也不放心，跟猪一起去了前院。虽然他是骨科专家，但把脉还是会的。他这是邪风入体，所以才会病倒。谭月也不懂，准备给田勺喂退烧药。胡老爷抓住他的手说：“不要给他退烧药，他这些年身体经过调理，底子不错，让他自己扛过去。”看住满脸通红的田勺，谭月于心不忍，胡老爷子却是说。 这只是普通感冒，他的身体撑得住了。可若这次吃了退烧药，以后发烧就得吃药，不然烧就退不下来。谭月知道他是为田勺好，只是不忍心田勺被病痛折腾，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的看住他发烧不管了？胡老爷子说，当然不是了。三丫去烧热水，让你姐泡个热水。早发烧时泡热水能有利于退烧。对了，还要让他多喝温开水。三丫更信服胡老爷子。 所以赶紧去厨房烧水，瓦斯开着，柴火也烧起来。家里的瓦斯很少用，一是众人都觉得柴火烧的饭菜更香，二是瓦斯太贵，三丫不舍得用。试了下温度，谭月将甜勺放到木桶里，然后在旁边守着，防备他栽进木桶里。泡了十五分钟后，将人抱起来放回床上，然后喂水给他喝。甜勺是有意识的，只是他手脚都软绵绵的没力气，所以就让谭月这么伺候住。喝完水后。 他又昏沉沉的睡过去了。隔天醒来，他突然感觉到腋下冰凉的，睁开眼看见谭月将温度计放进自己腋窝，他露出虚弱的笑容。谭月，昨日辛苦你了。谭月摸住了下他的头发，亲了一口，道：“说这种见外的话做什么？咱们是夫妻，你生病我自然要照顾你了。你饿不饿？三丫煮了小米红枣粥，饿、呃。不过我想吃点有味道的东西。”谭月摇头道：“不行。” 胡老爷子说：“你现在病住，只能吃清淡的食物，乖。等你病好了，我带你去吃涮羊肉。”他其实更喜欢吃面食，毕竟养母是北方人，不过江省是辣。他后来常去各家蹭饭，慢慢的也喜欢吃辣椒了。两人在饮食这块很和谐。田少脸上浮现出笑意，不只要涮羊肉，还得吃烤全羊。二哥说西北的羊好吃，叫他弄几只羊来。等我好了，咱就弄个烤羊宴，请公爹跟大哥大嫂他们来吃。 他们结婚后到现在还没请大家来家里吃饭，众人知道他们夫妻忙，能体谅。不过这顿还是要请的。谭月笑着应了，等会我就给二哥打电话，让他弄几只肥羊回来，吃不完的就冻着，到时候咱慢慢吃。西北那边的羊肉质更鲜美，他也爱吃。随着接触越来越多，谭月与谭兴国和谭兴华的隔阂也没有了，张口要几只羊也没任何负担。好吃了一碗粥，田少也有点力气了。 他想起来，可惜谭月不同意。按照谭月的意思，他这段时间就是连轴转太累了才会病倒。现在生病就得好好休息。田少也不是逞强的人，他笑着说：“行，听你的，我今天就躺床上休息，不起来。不过你得去上班，家里有三丫照顾我就行了。我已经打电话跟廖叔今天请一天假。他知道你生病了，很担心。若不是我拦着，都要过来看你了。”田少惊了下，说道：“你赶紧跟廖叔打电话。” 跟他说，我只是小感冒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还有啊，千万别让大嫂跟洛伊知道，要大家都来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得了什么大病呢。谭月笑着道：“我劝住了廖叔，不过洛伊知道你生病一定会来的。人情往来这方面，田少比他做的好，因为廖不达很讲纪律原则，田少就没送保养品、贵重药材，只每年送些山珍跟海货等农副产品，都是吃的东西，也不贵重。廖不达见妻子收了，也没说什么。” 洛伊知道，大嫂也就知道了。胡老爷子从外面遛弯回来，进屋给田少把脉后，表示他的症状已经减轻了，只要再撑一天，明日就可以下床了。是药三分毒，靠着自身的抵抗力扛过去，以后也不容易生病。田少轻轻的点了下头，表示自己不会吃药。胡老爷与田少说了一件事：我刚在外遛弯的时候，老木跟我说了个事，说他媳妇的表妹离婚了，现在想在外找个活钱养活自己。胡老爷子一直在。 找厨子，作为莫逆之交的穆老爷子早就知道，所以知道这时候第一个就想到他了。田韶啊了一声问，问穆老爷儿媳妇的表妹，那年岁应该很大吧？胡老爷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年纪不算大，四十二岁，叫李春。这女人挺可怜的，被男人扫地出门，又没钱，还是老穆给她找的房子。她没儿没女吗？”胡老爷子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生的一儿一女都没养住，男人被个寡妇勾走了魂，要离婚。” 不同意就打他，实在是过不下去，只能离了。哎，男人前头生的两个儿子也不喜欢他，对他呼来喝去的。知道他们离婚还拍手称好。老木说这李春太老实，就知道埋头干活，所以累死累活也得不到那家人一个好。其实以他的手艺，在小饭馆找个活干很容易，但老木觉得那家人一定会后悔，到时候会用各种方法将李春哄回去。老木觉得你这么厉害，让李春在咱家干活，到时候他就不会被那家人哄住了。